生活区，生然活分后享区，哇，这个有封区面一共吗？只有17个人吗？回去没给有，你弄个封面封吧。面还是那个两个二二娘，2233娘。吃了你就换一个。好了，冲上。谁不喜欢香菜的？把它拖出去斩了。拖出去斩了。给观众吃，观众先吃。观众们先吃。看晶莹剔透的小橘子。观众正在赶来，放个音乐暖暖场吧。还能放音乐吗？这么高级吗？有人来，有人呢、欸，肯定有人呀。现在应该都不忙，人会比较多。现在不应该在吃吗？对。我操，已经12点。这个胡萝卜丝拌一拌很好吃哦。这是胡萝卜丝吗？你在说啥呀？哦，这是白萝卜丝，不好意思，我瞎了。人肉。人肉可还行。我进去。能放能放。找个地方先放一下。你今天打菜打过吗？把这些收拾出来，这个蛋黄全部收出来。然后外面该扫地扫地，该拖地拖地。上面，这外场谁搞的？他们怎么搞的？外场刚刚在收拾。还不是很干净。收汤。烧水啊，烧汤。这叫打菜区。外场就这么多人了吗？对对对。少。找随便找地方，你看，他在家铺上了。有喊人的话，工作都干了。啊，啥都把自己干了。我是要喊人话吧，然后我干不完。112。外场吗？马上要开播了，我。其实已经开播。已经开播了，把那个大王。有现在有多少人？哦，这个就是人数吗？高能榜是人数吗？高能榜是人数吗？应该不是吧？好像要持续观看才。对，要看一下。嗯。看一下我家里头。你要走了。
不要大便。你也要。因为最近还是开锅的。为什么？对。打掉。这。然后放，那就放我的菜上了。飘逸的头发会掉到菜。后面都是自己打的结吗？记得关哦，这个玩意儿超费电的。开始一下电。咱问小鹏了，别忘了。哇哦，150个人了，今天好快哦！怎么感觉不是很正啊？这个没用。对，我的杯子给我吧。今天吃啥？等一下哦，一会儿介绍一下今天的菜品。今天的饭。现在都在保温箱里。怎么还是燃烧瓶啊？怎么还是燃瓶子的粉丝牌？我操！燃烧瓶是谁啊？燃烧瓶就是那个瓶子君152。哎，我们自己的那个粉丝牌叫什么？你不是要叫？你改了吗？没有啊。哦，没有，我们后面改主意好了。好的呀。反正搓着擦一下，哇，那么脏，你们也看得下去？看得下去，怎么看不下去？改成那个煮饭的主意。对，厨艺的那个感觉。今天没有晚间场，晚间场是平安夜特别活动。哎，可是那个牌子要怎么才能有牌子啊？要送礼物吗？不是，还是要怎么样的？就不用，你们不用刷礼物哦，这个直播间不用刷礼物。不要做怪怪的事哦。看帅哥。这是谁啊？为什么身份证乱放？这是仓库里翻出来的。干嘛呀？墙上的是一个泡沫板印的一个大画。为什么你这上面全都用瓶子？你是故意的吗？什么？就是一个，就全都是瓶图。对啊。他妈，你用这个。是故意的，其实是懒得再画新的了。因为设计徽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效果是吧？塑造是吧？因为懒哦，也不是懒了，就是没时间了。看上去就像没画完一样。你要表演一个耍牌子吗？看，这是粤西第一的书法艺术家。什么？人家是郑州第一，耍牌子失败了。耍牌子失败了。算了，看看今天的腊八蒜吧，同志们。虽然还不够绿，但是就稍微有一点点绿，味道还是很屌。然后这个叫什么？剁椒鱼。剁椒鱼块。看丝滑运镜，哎呀，卡住了。再来，运镜。我操，这样拍出来好恶心，像谁吃完了吐出来的一样。哎，你不要再说了，我觉得还挺好的。要说啥呀？还是看看腊八蒜吧。危险发言。其他的一会给你们看，因为都在保温箱里。可爱发言。这是我的皇帝位，直播位，对，恭喜老哥。是
有点东西。小鱼。鱼洞没有鱼洞，哪里有鱼洞？是有点东西，有绝对精神的。我先黑屏一下，我要在群里通知。现在几点了？12:30了，为什么没有人来呢？外卖员不都是1点钟来吗？好吧。看看菜，看过，然后再看。今天应该今天应该没那么多人，很多人都回家过年了。哦，那我们自己人就可以吃到炸鸡腿了。对，今天有大炸鸡腿。今天有两个荤菜，都是很好吃。炸鸡腿加剁椒鱼块，总之是超奢华。现在不是饭点吗？咋没人？哦，你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第一位打饭的，负责打饭的。打饭，打饭，上饭。这个，你别着急，坐一下，我马上打完给你送过去。这个，好呢。准备好，碗筷准备好。好。你们工作怎么干的？开始。工作怎么干的？工作怎么干的？你也在这手机啊？家属今天拿。打的和。我靠，这么紧张。杨师傅找到女朋友之后，丝毫没有变得更加温柔。家人们，倒了八辈子血霉。打饭，打饭，再来一个人吧，两个人配合。杨姐，你来那个吧。我觉得可能人手不够。对对对，那也太少了。哇哦，350个人，一下子。现在都两层了。开大火。夹子在里面。厨房里面。厨房里面那个架子上。跟撕塑料袋是一个感觉。看看菜。盘子用专门叫个人盘子用那个用一个干净的那个我让你买的那个擦掉。主意。暗黑炸鸡腿。那个。找个人。这个是什么？哎，这个叫什么？第三鲜。我靠，这么多一桶。对，第三鲜多打点。凉拌萝卜丝，这个是白米饭。杨队长，腊八蒜。这个多打一点，第三天多打。多打一点。那得拿勺子。好多啊，今天的菜。对，我拿个勺子给你。一天比一天多，这个菜量。24号也是。打折第三天，不用，不要用这个。在哪？待会我去拿。我先给他们端过去。两个大荤，两个素。超香的。这是前三名。还用这个擦一下，把这盘子全部擦下来再用。
年企业级。哎，我们的摄影小哥呢？你怎么剃到他了？哦，你就是摄影小哥，你的发型变了，我都快要认不出来了。我是大宝。上一次的视频就是他做的。做的很差，大家不要看。没人帮今天。我不是，大家多看前两期，攒点播放。没事，会好的，都做一做。我们的视频都是志愿者做的，所以你们随便看吧。每个都要擦，每一盘都要擦，不好意思。这鱼是小的两块，大的一块。哦，对，预告一下，这周拍了新的饺子，做一个饺子专题。用的这个饺子机超豪华的，做得很快，90年代的超高科技，很炫酷，到时候你们等着看视频好了。还呢，还有嘟音开始批判起来了。我拿盘拿盘拿盘拿什么盘，他是拍视频的。你叫你的手下。我没带。你的手下呢？我有手下啊，谁都是手下。这个下等级不是这个下等级。我们的打菜员的手是不会抖的。对，有人工队和机器队。对，有人工队和机器队。哇靠，这一大勺，哇靠，满出来了。我的菜好像越来越多了。悠着点打，不要打太多。多打一点是相较于平时稍微多一点，因为那个菜比较相对而言比较多。你看不到鱼头。中门对嚣张，嚣张。回头客多吗？都是回头客。挺多。倒也不是鱼头，整条鱼都在里面。剁椒鱼。有鱼头在那，哦，有鱼头。看看谁运气好，可以拿到鱼头。但鱼头没有肉哎。尾随精神。鱼头就只是锁起来香，虽然我是喜欢鱼头的。又是第一个视频里出现过的外场接待的小哥。怎么有一种黑社会帮派的感觉？一个，对，他之前招呼过，没问题。然后你可以跟门口招呼的说，那些到时候可以拦几个愿意那个接受采访的，让他评一分啊。哎，算了，不拍不评分了，那就算了吧。上一次没用。采访的活儿都已经整完了。
这个其实是采访，但是打汤的，这份是谁的？没有打汤的，是本人来的。你说放餐的那个日式极道是有那个味了。我爱的，张口一句可诺亚鲁，可诺亚鲁了。哦，你会那个？您上在家看的那个鱼是吧？会弹一点，会弹一点，有概率出场。你们想看魏老师，你们想看魏老师可以去看魏老师的大电影，三个多小时刚刚看完，好狠。魏明子大电影。没有了，那不是有一个吗？哦，操，瞎了，我操！闲的时候把他打过去吧。没有一次，没有一次。一样，星期六是提供快餐和水饺，然后平常会根据情况选一天两天来包饺子。魏明子剧场版再见了，所有的主力。好好。还有呢，四对对，我北方便利。我操！操，他也喜欢。伊米诺尼红哥，红豆泥饺子的是。这个。对。哦，你给你找个地方坐好，我过来。怎么都一股大左味。我只是习惯。什么小？那个导饭特写什么的，这种比较重要的镜头，你有拍到吗？水果没拍呀、啊。水果发起来呀、啊。没关系，还可以打。水果和酸奶。反正这个视频你剪，你自己想的。剪出来不好看就不发了。走来走去的。没关系，保底。还要我打？你看人够吗？没事，这周反正有一个饺子视频，你要不跟也没事。就是实验一下 Evangelion。鸡头麦和兔笼。对，专业设备。就是那个。还不赖哦。之前的两个几个视频都是用它拍的。之前有两个，还有一个是我的，就是适合作假。更好的画质就可以更好的作假，美食博主都是这样的，骗人的。美食博主头上有十盏灯，那不是美妆博主吗？哦，对，美妆博主一圈灯，好恐怖。我拿口罩，帮我拿口罩。这里有这要查的菜，去拿口罩，去拿口罩。你去。我不装在门口。门口。哇，今天的菜好香哦，在二楼都能闻到，往上一边拉屎都能闻到，这个应该不行。哦，450人，哎，好像跟上次人数一样。经常看直播的就是这些哥们儿。重新介绍一下菜品：剁椒鱼块。业主们摸的怎么还抖了？那我们转看别的呀。我抖了一下，第三下。第三鲜，主义暗黑炸鸡腿，这个应该是比那个星星家园那一趟更奢华的炸鸡腿。杨大厨亲情改良。哦，对，今天还有加汤。一直有菜蛋花汤。
不住，记得颜色比上次亮眼，真的吗？上次那个黑色的，你也是挺能吹的，真的有亮眼吗？我感觉怎么越来越黑了，担心大厨的精神状况。对，带有恋爱酸臭味的鸡腿，浓浓爱意灌注在里面，妈耶！看，大厨已经在收拾了，大厨不屑的眼神。我问他是不是找了女朋友了，大厨居然跟我说羡慕去吧，我靠。那不是超味的吗？那有人不吃辣的了。大厨刚脱单。第三天多打一点啊，然后量大一点。那啥，你看看。靠，这也要打报告，这不用打报告了。而且他的女朋友是张姐给介绍的，哎，张姐直播应该有说。张姐说让直播的去送水果，这样的。喝奶，一人一个水果，一人一个喝奶。走。不是一人一个水果，就是一个水果或一个酸奶，不然的话发不起。这个酸奶很快就发完了，而且后面人看到，哎，你有酸奶，我怎么没有？酸奶不是有好多吗？是啊，但是也就五箱了，他已经弄出来。两三箱了，那就剩两箱了。因为酸奶这种东西，每一箱都装很少。走，你发，我来拍。他妈的，我不要发。为什么？可是我忙不过来，我拿不了那么多。那算了。你发喽，或者放门口让他们自己领就好了呀。自己领成自助餐了怎么办？啊，你说的对，那就发喽，你发，快。等会张少平马上就可以出去发了。好，让张师傅出马。看这个人。你看这个人，晃荡晃荡的，还指使别人干活。我靠，这点活不需要，还需要我出手吧？这跟志愿者没有关系，是张姐介绍的。什么？直播了吗？在直播。女生加入志愿者可以啊，不是一直有女生加入志愿者吗？之前几趟都有女生来。也没几个，总共就那三四个。我都记着呢，总共来过哪几个我都记着了。来了你又不跟人讲话。我讲了呀，我聊呀。现在就不需要了。我正经人啊，那聊点正经话题啊。好吧好吧。这里还有一筐。包括肉的，没拿到结果。哎，没事没事没事，这志愿者送的。然后那边又喝白了。那咋的？里边有凉皮儿。
进来人，哎，进来人，一人给他发一个橘子就好了。哦，酸一，哎，一人一个酸奶。嗯，等。哦，可以选一个是吧？哦哦哦哦，哎，大伙看一看，这是志愿者送来的酸奶，感觉好像很高级。来，橘子和酸奶，可以选一个。橘子和酸奶。对，有，哎呦，哎呦呦呦，酸奶，哪个？好。酸奶放下来一点，看不到都。奢华酸奶。那个水搬到那个门口去，要水都进来。还有提供矿泉水。哎，太周到了。看不惯就用水代替吗？你要说什么？我要干啥来着？看评论。橘子和酸奶。嗯，对，他就招呼，然后你跟他这样子，然后就问他说橘子和酸奶可以自己挑一个呢。他还要记人数。哦。门神。门神二号，哦，给你们看看外面海量的车，资金援助啊，哦，就是卖徽章啊，你要愿意可以去买一个徽章，不知道徽章卖完没有，好像还没有，哦，外场场景。好抖啊，这个手机。全是小电驴，可以把这一条街，哎，今天排得很不错，哎，之前都把这一条街给堵上了。还有吗？对，都没有人来门口贴，喊半天。就好像之前来了一个，在门口贴了一个什么应聘志愿者啥的，其他人都没有来贴。看看二楼。不是咱今天不积极啊。神秘的二楼。二楼其实也没啥。就是一堆沙发，还有马上要发的快递啥的。菜太多了，反馈一下，菜不用那么多，都会吃不完，太多了。对，因为现在有新的反馈，不是让我多打，
但那也不是固定的。就是那订单量应该太多了，做的多了，好多浪费。不，你剩了之后我们可以吃啊，但是太多了倒掉就比较浪费。确实没确定。对啊，打不够再加。媳妇儿啊，你们能不能统一一下给？几份了？几份了？几份了？我帮你去问一下。杨师傅来巡视了。几份了？已经。万总，27。27份了。应该有30到吧。30不到，27份。你去说一下。27份了。这次一共60份是吧？这次是60份是吧？对。还有一盘鱼是吧？我知道。好好。吃多少自己打，不行了，这样胃浪费更严重。张师傅已经在打扫卫生了，好勤劳。你留点活给志愿者干吧，一会儿你监督志愿者干活。等一下，有的是活啊。鱼还有。好，鱼还有的吧？还有一盘鱼是吧？有，还有一盘鱼。啊，还有一盘鱼的。鱼还有一盘的。在哪里？端出去。在哪里？蒸箱里。上、哦。我去叫上啊。放料了，这是啊，去搬一盘新的鱼出来。张兆培不在洗碗吗？张兆培在洗碗。没事，你去端一下吧。抽烟不能播吧？怎么不能播？哎，能播吗？不能播是不是？哦，对。好像能播，户外是能播的。杨大厨，对，户外，杨大厨在点蚊香了。让我看。对，这是在点蚊香。现在蚊子很多。哇，生活区第一耶。哎，是第二。哇，第一好强哦。有人上舰长吗？没有，这个直播不接受打赏，不用送礼物，不用打赏，这是直播号。你们要是实在忍不住想充电，去充张姐或者去充魏明子的都可以。直播号不也一样的吗？差不多吧，反正这个号赚到的钱也是支持我们活动的。你嘴那么说，我但是你要给叔叔一份啊，你打赏了之后，叔叔就要拿一大份走啊，对吧？何必呢？你还不如去买个徽章得了。他妈的，我靠！我播游戏那几个舰长，钱他妈只拿到一半。哦，只能拿一半，你们不要给叔叔打一半。对，就是买徽章，还不如买徽章。对，你们要是有需要买衣服什么的，可以去淘宝店买2件衣服，都比直接打钱给叔叔好。对，买徽章还是有损耗，但是比打给叔叔的损耗要少得多了，最起码你还能拿到个徽章。能不能直接打给你们，打给我们，万一被我们拿去吃披萨了怎么办？小布本性暴露了。买徽章了，徽章的钱所有的流向用处都是会公示的，对，都是统一项目的。网站可能会对有其他的打款，对打款方式之后吧，现在没有。
腾讯拉拔蒜。哎，徽章还没有卖完哦。卖完了。啊，现在已经买不到徽章了。哦，是哦，那就限量了。对。可能明年会有，哦，今年会有。下一批了。对，就下一批。这一批是供一年的，所以在。哇，我们真的有粉丝团啊！真的有哎，牛逼！我操，有舰长啊！有两个舰长哎，我们都没有谢舰长哎。哦，不好意思啊，谢谢这两位舰长。凭什么谢舰长？有钱就要谢他，给他鸡巴屌脸了。哎，我靠！好好好，打舰长。以上发言不代表本台立场。是这个人说的。看啥看？他冲过总督，我还要给他跪下呗。那倒不必。我请那可以啊，如果真的有总督的话，我可以跪。哦，这个人说可以跪，这也不代表本台立场。所以说左派无限可。这个是错误的价值观，大家不要学习。什么鬼？切割！赶快切割！正义切割。我看有人。高级杀菌湿巾，好强的攻击性。对，周日前好强的攻击性，而且是魁梧壮汉，你还打不过他。对，现在进门就可以选拿橘子或者拿酸奶，这都是志愿者送的。哦，也有矿泉水。对的，你们不用送礼物，也不用打什么舰长，叔叔给的太啊，叔叔抠的太多了，而且叔叔还给视频限流，太可恶了。对，这是公益食堂，就是每周六的这个点免费给这个周边的劳动者。哎，其实在这个地段就是主要就是外卖骑手提供免费餐。然后现在的餐标是两荤两素，一个汤，对，公益食堂，就是这个牌子，公益是最大的公益。目前只有星期六营业，然后等到我们之后，可能年后吧，两月份，等到其他的都准备好之后，可能平常也会营业。卖点，卖什么？卖点煎饺或者什么吧。看看菜，哦，那我们再看看菜。今天是两荤两素哦。剁椒鱼块，凉拌萝卜丝，不是土豆丝。地三鲜。煮一煮一暗黑炸鸡腿。
但是很好吃。是的，如果身临其境的话，星星家园同款。最浓的地方那个炸鸡。哎，地三鲜可以算半荤哦？为什么？这地三鲜里面有荤吗？没荤。没有。纯素地三鲜，因为已经有两个荤了，两个大荤。开玩笑，比我平时吃的好多了。我靠，这鸡腿好大。算两个就两三个就够了。这就是解腻的，你知道吗？吃不够还可以再添了。对，这东北大汉干活比较，并且干活挺那个的啊，干活挺麻利的，可以。周日行，干活很麻利。想不想学厨房啊？把你也栽培出来，我他妈到时候我润的时候放心了。你我操！我不到时候不是明年要安排吗？紫菜蛋花汤，汤不要了，没有了是吧？汤已经打完了。张小北煮汤。员工，我们没有员工，我们只有两个店长，是领工资的，都志愿者。哦，徽章已经卖完了，徽章是限量2000个。就这一批，每一批都是定量的，然后2000个大概募到多少？2万还是3万吧，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可以供大概半年到一年，大半年吧。然后到时候用的差不多了，我们会重新上线新的徽章，再募一批。周日贤，他们说你有200斤，你有200斤吗？关他屌事啊！他嫁给我吗？他说你要嫁给他吗？主厨是副店长，主厨不是副店长，副店长是主厨的马仔。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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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主厨不是副店长。马仔都出来了，以上发言不代表本台立场，我们不搞等级制，大家不要误会了。副店长是主厨的那个，没有副店长，主持人的徒弟，没有副店长，对，没有副店长，两个店长，半个店长，还有阿彻也是半个店长。我什么时候成店长了啊？那我的钱去哪了？厨房王，到底几个店长？两个了，现在是两个。来，让我发在群里发个消息，还有15份。那我发个，我发。发，他是店长，他说了算。手机腿啊，手机腿，还是说等会要送？想送。今天不送的话把鸡腿做完。你不吃吗？鸡腿我不吃。大家都不吃吗？可叔叔我们自己要留几个，那几人头啊。哎呀，就送60份就可以了。哎呀，还有水饺。我知道，我说还有15份快餐。有数鸡腿的吗？没有数鸡腿。你做的时候数了没有？总数都不知道，你怎么数吗？啊，我就问张少培啊，我们不是我们对，我们还有15份快餐，差不多快餐发完了之后，我们还是会持续接待，我们有水饺，昨天刚包了，机器包的，包了好多好多。来，张少培，等会打完再打。怎么什么少呀？少抽
需要什么？需要加什么？大厨，你晃来晃去的，记得把发网带上。那有的人能吃啊。没有记，因为是用店长的手机在播，所以他发消息什么的都要窃出去。我盯一下这个政策。设备拮据。我盯一下。条件有限。放量都这么不好吗？还行啊，这生意快养足的哦。我都很多。三个蔬菜都不够。我定一下，我定一下。就剩一块，我定一下剩多少？现场兑现。这么剩我定一下。我也确实没去注意这个事情。第三鲜是哪三鲜？完蛋了，问到我知识盲区。来，我告诉你，第三鲜是哪三鲜？土豆、茄子，还有辣椒。哦，厉害哦！青椒、辣椒是我们新晋大厨张师傅炒的。对，反正目前两个。好，谢了。我放了。这个腊八蒜，我练一二三。对，我就一直在练。张周，来补一个镜头。来，补一个镜头，饭的特写。拍过了吗？当封面的哦。没革新冠，我看一下。OK。有。小布性暴露了。吃的人都吃了，吃的人都吃了。别他妈都嫩着了，切点腊八蒜。切了，为什么不去取点外景？天天在这里。我取了呀。哪里？外面取过了。取过了呀。这个黑不是焦了的，这个黑纯粹是因为老抽放多了。其实也不是放多，它的料就是这样子的，味道还是很好的。就是上次视频里出现那个可疑的黑黑的炸鸡腿。洋葱腌的是这样的，知道吗？不是老抽的。哦，杨大厨发话，他说都是洋葱的锅，是洋葱，杨师傅加了洋葱。是洋葱。我加两徽章。哎，围裙不卖哦。围裙为什么不卖？围裙只有你过来店里当志愿者才可以体验到。对，限时体验。对，限时皮肤。限时皮肤。我出去。这外卖哥吃的饭量也没那么好，看口味的吧，以后尽量多一点下饭菜，口味就会比较好一点。忙了一下子坐下来吃就不是那么有胃口。我靠，体验一下周日贤的身高和视角。对，一拳能把我打吐。他是什么什么拳击，什么重庆市什么拳击比赛，什么第三是吧？还是第二？这么狠。对，因为他这个重量级的人太少了，所以他只要往上一站就是。还要三秒，他就得在地上求我别死。长发的不是魏，长发的是魏的影舞者小王，游手好闲的小王。杂志吃饭没人说话，因为只有一张嘴。周瑞贤不是四川的呀，周瑞贤是山东大汉，他只是读书在四川。看看周瑞贤吧，山东大汉。
样讲，他不就被发现了？谁呀、啊？谁被发现啊？哎，这个老哥是那个吗？哪个？奥迪老哥。对，是他。哦。阿彻在哪里啊？阿彻不就在这里吗？哎，是不是我没开变声器，所以他们听不出我是阿彻？你视频里都开变声器哦？也没有啦，只是会夹一下。夹一下可还行？夹一下。你能现场夹一个吗？不要，夹不出来，要酝酿的。哦，要酝酿的。这个黑羽绒服，首先这不是羽绒服，而是件皮衣。其次，这不是魏明子，而是魏明子的影舞者。靠！影舞者。影舞者。啊！再涨两份，再涨两份。三八份，菜都行，菜也行。要吃点什么菜，拿什么加？鸡腿，鸡腿和鱼翅呀。弹幕说穿女王风衣的才是魏明子本人。啊，对了，魏明子会不会正在看？一点半 replace me。OK， 这个人要去答辩了。他是真的要去答辩了。看看门口的卷毛哥，卷毛哥很帅的。看看卷毛哥。哎，你们好。慢走，慢走。对。慢走，注意安全。大他者不仅在凝视我们，也在凝视你们这些弹幕，小心一点。日本极道。他好勤奋哦！不看我捡到了是吗？哦，这东西能播吗？什么年代的还在抽传统香烟？我操！这下彻底不行。卷毛哥是负责迎宾的，因为他长得帅，所以让他迎宾。哇，今天有600多人哦。没错，比之前要多哎。嗯，今天上午魏明子发了一个。他转发了，我知道。加点汤吧，要不？加点这个汤。不用，就这个是直播。想说些什么？他不转发。女骑手，我操！弹幕有人说卷毛太帅了，想把卷毛撅了，我操！够了够了够了，我要去告诉卷毛。现场复合一下，听他愿不愿意被撅。你觉得？你们想看卷毛哥当衣服模特吗？下次可以。有弹幕说觉得你太帅了，想把你撅了。那这个不能公开场合说啊，这个现在是49，还有11份快餐，剩下的就供水饺了，感觉差不多那个人最多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哎，我在我们广场上好像只见过一个女骑手，就是我们第一次试餐的时候出去拉的时候看到一个女骑手和就是他们一坨的那个小黄人，但他好像也没有来。你好，魏明子的影舞者。我好，你是谁？请问你是谁？你快说。快说。上半年来的，那是不是被你驱逐的呀，小王？什么鬼呀？没有，不可能。我操，给炸鸡股份一小时才11块钱。
有其他工种的工人吗？今天好像没有哎。我操，11块钱，这太低了吧？不如去，不如去修毛边。对，不如去炸正新鸡排。走了，加油啊，答辩顺利啊！你去替他吧。干嘛呀？你去替他盛饭啊，他回去答辩啊。我收东西。哦，那我去替他，你来直播。看落寞的杨师傅一个人默默玩手机。杨师傅在直播中看到了自己。哦，杨师傅也在看直播。我来拍你打饭，你去吧。他去替他了。哦，我要拍张师傅，帅气的张师傅，盖斯特扛把子。张师傅对打饭的勺子很不满。哎，差不多，今天来的人还挺多的。我要去擦一下桌子，感觉他们去吧，没事，只要都拍到了就行了。还有这种操作？快不要混用了，不要混用了。哦，张师傅娴熟的手法，灵巧的技艺。好像暂时没有。对，有两份，要打两份。有是吧？可以。两份，可以是吧？碎裂了，是一块烤肉啊，好啊，好好的很啊。怎么不拍张师傅帅气的脸？哦，张师傅没有脱单，大家还有机会。对，英俊潇洒，对，超棒的，超会干活，脾气超好的。对，他居然受得了杨师傅那个脾气和他那张嘴，真是。其实我受不了。哦，张师傅发话了，其实受不了。我们细说杨师傅，但这在受不了的情况下还能憋着。杨师傅跟张改粉丝的事情，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说的，他还没有事情发生呢，都还。你先不要说这个，到时候要是闹得不好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张师傅是老实人。张师傅是征婚。不要不好意思啊，张师傅说不要，你们只能暗恋了。张师傅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忙了，可能没什么时间陪女朋友。对，你们先暗恋吧。如果你可以跟他一起忙的话，就可以一起做。你在说什么？不要说了，不需要这个，好不好？张师傅害羞了。我靠，这一条活尾，这是尾巴吗？不是哦。是鱼腹，鱼腹好啊，脂肪丰厚。哦，弹幕说已暗恋，已经在暗恋了。已经在暗恋了。还有吗？差不多了，今天也来的好快哦。又来了一个。才一点半都不到。离了，现在进了那个中国人寿。你怎么都这么熟？我都基本上没脸。还有七份，我们再重新说一下吧。还有七份。我感觉我一说还有15份，就很多人觉得抢不到了就不来了。你再提一句，之后还会继续提供那个水饺。对。要讲一下。哎呀，他们又在讨论这个压弯的事情，是不是？哎呀，安全驾驶啊，要是。哎，虽然我也很喜欢压弯。对，你才是那个鬼火少女。压弯我也喜欢，我很爽。直播间大家不要学。压过了就爽。
对，没压过也爽了。我睡觉了，抽到了。来，给他看。哎，我们怎么群里人变少了呀？这就是苏州人，好吧，一个一个都可能回老家不干了，不干外卖员了。哦、对啊、到了年关了，又要更新了。压弯少女，压弯少年，压弯少女。压过了就高兴了，压不过也高兴了，不用考虑养老问题。放屁，考虑残疾问题。残疾，你想得美。哎。当场就在这边干嘛呢？干嘛呢？你应该问他干啥的。躲子弹。哎。躲子弹。撒狗粮。直播间这么多单身狗，居然在这里撒狗粮，这好吗？没有，还是蛮多的，怎么比前几次多？前几次都是500多，前几次都400多，然后这次都600多了。是因为那个魏明子发了消息，可能有这个因素。那当然了，那之前不是也转过吗？没有，就是今天转的时候，魏明子加了非常多的形容词。对，感觉就会这个时机，搞得好像他很期待，就阳了一样。啊，他阳了吗？没有没有，不是，他说在苏州阳了一片的时候，我们抓住时机组织的互保活动。对。晚饭有直播，今天没有晚饭。张师傅是开了磨皮耶，我感觉没有本人好看了。对，没有本人好看，你们大概自己脑补一下吧。张师傅本人要比视频里的还要帅。拽，哦，他说了拽。拽，拽起来。平时不做酒吧的。慈眉善目，眼神清澈是真的，太清澈了。张师傅以前谈过女朋友吗？直播间没有。哎，不行，张师傅不愿意回答，张师傅选择了保密。看来是有故事。看来是有故事。南通了，我操，好多南通开的。还是一个那个南川什么的，然后两个人傻。对，之后年后我们就考虑开抖音号。据说哎，抖音是不是可以全景直播？可以这样。魏明子特意买了个 Insta 360，很期待。但是那个网友研究了一下，他只能连手机，所以到时候专门搞一台手机去抖音还是快手，可以做那个全景直播。我操，真的会有人。到时候给他吊在天花板上看全景直播。真的会有人看？会有人看吗？对呀、啊，好怪哦。我感觉比起这种，就是会，观看时长会更短。对啊，进来要转一下，哦，好晕。因为没有人跟他互动，吊在天花板上面，没人跟他讲话。算了，挂着吧。开两个直播间 ，B 站也开。再去搞个手机来。闲下来了。闲下来了。都在闲聊。你们哪个社牛的？差不多可以自己吃了。怎么了？去跟那个。外卖员聊，开直播不太好。廖家厂，没关系。几个人了？56个，还有4份。知道，这次我们到几点钟？我们一直都2点。没人来了就结束了。不过我这个可能数的不太准确。不太准确，是多的还是少的呢？不知道。看看帅气的卷毛哥。主要是现在神志不清醒，可能就点错了。好吧。
你要不要早点进去吃饭？没有不用，我刚吃，我吃完过来的。让王翰营业一会儿，王翰在抠手机。怎么了？没有没有没有，我晕了，我晕了，但是后遗症挺严重的。后遗症。哎。你有那个什么阳痿啊，还有嗅觉失灵什么之类的。卷毛哥是黑龙江，还不是哈尔滨的人。如果要选一个阳痿跟嗅觉失灵，你选哪个？我肯定选阳痿。彩虹手链，他是什么女权主义者吧？他平时天气热的时候会穿裙子。阳痿这个东西纯粹是惠勒斯中心主义的，这个。对，您吃饭了吗？您吃饭了吗？您也可以进来吃。是免费的饭，对，免费的理论是什么？我看你经常弄的菜，我说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你进来吃一趟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就是公益餐，做的丰盛一点，肉多一点，然后要举手。就是只要是一线劳动者，就我们都希望来的，但是只有举手就比较方便，因为他们自己有交通工具。然后您以后星期六中午也可以吃，然后就是谢谢。已经搞了两个月了吧。我操，这还要拍，你把人家大妈吓死了。看看是这家哦，上面灯是不是坏了？是的，它不亮了。这个灯已经不亮了。发出悠悠的红光了。我觉得那个红光还挺好的。确实，显得很高级。对，显得很高级，可是它不亮了。我一直想让它亮起来，然后做一个封面。粤西第一书法家，可以，你牛吧？哎，反光好严重哦。没事，看得清了。再鉴赏一下。我们得发日用品。慢走，慢走。我觉得刘石现在情绪在。对，只有王哥看得懂，只有王哥知道这两个字多好。啊，对，吃什么了？你吃好了吗？感觉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随便坐，随便坐，马上给你盛过来。这字谁写的？哎，都说了粤西第一书法家。我超好尬，有什么尬的？哪里尬了？细说，细说。劳动过程。好吧。粤西一姐。什么玩意儿？粤西一姐生气了。我操！我的 tag 越来越多了。魏明子还批判我是机车少女，我操，我麻了。我搞这个摩托车就是为了给他运货用的，虽然确实比起北极星还是差远了。比北极星贵。但是比北极星贵多了。他不是因为我买了一手车吗？纯冤种。你要买车你。叫我呀，我帮你，我去找一些业内人士给你去砍砍价，可以的。你那车多少钱能卖给我？没有 C 照的，他有 C 照，但是他不太会开，他妈的。我开的还行，多开就行。小布你，我操，这又小布了，我现在浑身上下，哎呀，算了，我不说了。展现一下你的机车，你机车在外面吗？在外面啊，就是跟电动车一样的。炫一下。看了。别扯了，扯了点自己吃。不是看那个机车吗？等一下啊，洗吧，先把饭拍了。不要全部吃就行了，留几个。好了。好了呀，大家可以吃了。大家可以吃了，对。你们两个先吃吧。你也吃，干。我要走了，等一下他们。你要卷毛。哇哦。很有责任心的张师傅。这工作就是这样。哎，好，好的很。好了，我们已经快要差不多，就给他们看我的机车结束了。看看小布店长的机车。是哪一辆啊？我都是哪一辆啊？哦，这一辆。哎，环绕一下。哎，不行，不是在打广告哦，我们不卖机车哦，不是在打广告。
够小布吗？我觉得还是不太够。是内燃机啊，是六升的那个什么油枪，每次加油只要30元，很爽。哎，你去吃饭。哎，我还不饿哎，早上吃了那个什么炒饭，那个炒哦，给你们看一下。我也不饿。一大早，杨师傅就来炒的炒饭，这个炒饭粒粒分明哦，超屌的。这个炒饭确实不一般，哎呀，现在已经凉掉了，没有刚出锅的那种感觉了。炒饭设计不错，炒饭超屌的，这炒饭可以去那个蒸箱里面蒸一下，应该就会好一些。可是它干了耶，硬硬的。喂，小布店长要吃饭了。我感觉这件羽绒服外套是那个中老年最爱。对，就是我爸妈特别喜欢买这种。饭得是隔夜饭，他妈隔。其实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在我个人看来。杨师傅，说说你对炒饭的心得。其实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所谓的这个要用隔夜饭来炒炒饭，这是个误区啊。怎么说？这其实是个误区啊。你们别看那些什么所谓的大师说，哎呀，要用隔夜饭来炒炒饭这种，其实是个误区，知道吗？那它最早成型是说对于隔夜冷饭的一个再加工嘛，一种利用。嗯啊，所以说要用隔夜饭。但一个真正好的一个炒饭呢，你的那个出品。你想保持好它的质量的话，肯定不能用隔夜饭。我不吃，先别打，我现在不想吃。所以炒饭要用的饭是比一般的饭要更干，或者说更加。对，你要蒸出来，你那个。哦、所以真正好的是要专门蒸的。你是提前泡40分钟，然后泡好以后呢，啊，你烧一锅水，烧开，嗯，水要宽，然后你放进去煮到。啊，里面有一点韧性的那种，差不多大概70-80%吧。哦。里面有点韧性的感觉。然后你再捞出来，它不是按照煮饭的逻辑在弄的。对，然后你捞出来，然后那个进蒸箱，哦，进蒸箱蒸20分钟。所以它这样煮会专门把那个上气以后蒸20多分钟。它把那个淀粉煮掉一部分之后，它那个会更加爽快，是吧？对对对，更容易粒粒分明。对，哦，厉害哦，这就叫专业。炒饭里加大。张师傅学习了吗？学习了。炒饭的学问。哦，还有人来。因为他炒饭，他必须得你如果用所谓的像我们这种蒸箱里蒸出来那种所谓的隔夜米饭的话，它粘了一坨一坨的，你知道吧？你要把它炒开，是不可能的。你就算炒开了，它也没有那种感觉，它那个米饭都已经一半一半的碎了，你知道吧？它没有那种整体感了，它一粒是一粒的那种整体感。这才是关键嘛，你主要是在出品啊。但你说最早它这个菜品的发源就是对于一个隔夜米饭的一个利用啊，啊一个剩饭的一个利用嘛，一个再利用、再加工和再利用嘛，也是发扬了我们中国古典传统的这种节俭的朴素的精神嘛，就是那种再利用嘛。但不是说你非得要去用这个隔夜米饭，你知道吧？你可以大可以把它专题化，嗯，去做这样一个东西，不是说。那得套这样一种方式，不是的。所以教一教用隔夜饭也是为了照顾大家操作方便嘛，可能就是这样。这个要发扬这个精神嘛，啊，主要是本身就是为了对于隔夜米饭的一个再利用。可是你平常自己烧米饭也不会烧到那种有一点硬的心啊，那个不能直接吃，那得。不是，你那么煮一下，然后你还要蒸、啊，我就喜欢蒸出来的感觉。这附近有小店。有，对面。
所以蒸出来的米饭跟直接煮出来的差别就在于它损失掉的那一部分淀粉嘛。对，这是一方面吧。还有一方面是你下如果水很宽，你知道，你下大锅，它这个没它就没有这，它就变成个体性了，它不是一个整体了，你知道吧？一大锅的那种啊，它又不是坨起来的，一坨坨起来的，你知道吧？一锅那种感觉，它一粒一粒的，你明白我意思吧？好。你要把它分开嘛，你要把它打散嘛，给它先让它原子化，你知道吗？然后一粒一粒的你开始操作，现代操作它你才可以现代性米饭，好压榨它的剩余价值嘛，你知道吗？你先让它原子化，把它打散嘛，然后你要压榨它的剩余价值，你就可以啊，你就可以更好的操作它嘛，你不能让它有整体性嘛，不然到时候下锅的时候你分不开，知道吗？它抱团你分不开，你就那个啊，你就不能那个。他就有议价权了嘛，知道吗？好，好，说的好。哎，辛苦了一上午的志愿者。你不要拍我吃饭吗？辛苦了一上，我没有拍到你人，我拍的这个盒饭。你评价如何？当然是好吃。哦，好假哦。以前是，现在不是了。今年上半年。嗯。涛哥自己打顿饭啊。哦，好的。等我吃完替你。没事，我不饿。炒饭好扛饿哦。主要是因为吃的晚了。你吃一口鸡腿就感觉是哦，真挺好吃的。哎，吃播，马上面吃播。平常有8.5分，今天可以给9分。哦。你要拍那个嘴巴，你知道吧？我不要。食物的交融感。五星。食物的。才叫吃播。看我看。看看，给大伙看看姐。哎，这次裹的这个粉不一般哦。还是面包糠啊。怎么感觉颗粒感这么强？让我看看。是小猪肉粉，它里面加了什么？哦，小猪肉粉，不是，给大伙看一下。之前是小猪肉粉，哦，这今天是面包糠，这次是纯面包糠是吗？就是你们第一次看到那个黄金大鸡腿那个面包糠，但是有点翻车的那个，也不用你了。对，那为什么这次不黄金了呢？这不是因为是洋葱，不是因为是洋葱腌制的吗？按照大厨的话来说，这样子。张师傅在，张师傅在这。哎、在嗯，咬开看看。对，看看里面。哦，棒哦，还有汁水。好吃捏。哎，我要吃了。好吃捏，我操。没什么了不起的。评价一下第三鲜。第三鲜啊，有点辣嘴，我操。有一点辣嘴。哦，可能是因为我贴这个胶的时候，纸没有挑得很干净。不要说出来吧，我操！带了一点籽。哎，你为什么不成第三鲜？因为我喜欢吃萝卜丝。你看我萝卜丝。老哥，评一下鸡腿。我还没有吃呢。哎，来一口。来一口。我操！啊，哎呀，哎呀呀，鸡腿叛逃了。我操！差点什么？越狱了。哎。感觉如何？上两次是鸡腿的救赎。是骑手评价，这次换成志愿者评价。反正我是觉得确实。这边凉菜是他妈一绝，嗯，因为他研究。然后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这个鸡腿，这怎么？我就是，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就是他这个肉，你看他，就可能就是炸的非常嫩。你看，你稍微加一下，这个油，稍微加一下就能把这个皮肉分离开，就说明他做的非常非常出色。你是懂美食节目的，再来两句，再来两句。我操，再给观众多走两句是吗？然后我就想说，哎，你那边就没了。我就想说，说腊八蒜，我操，真鸡巴好吃。然后还有一些南方人问，这怎么可能一餐饭吃掉那么多蒜？我就想说，这真的是这个吃肉没有蒜，香味减一半，这个都没有听说过吗？而且是腊八蒜，我操，这是加了 buff 的蒜，懂不懂？我还没有吃过，这个、我就是那个被 diss 的南方人。你是哪里人？北方人。我算淮北人吧。淮北快快快，再捞5毛钱的，妈呀！
完蛋了，没活了，那你再想一想吧。是差别，差别。我觉得挺好。我也吃了一个，确实没有我想那么辣。什么东西？腊八蒜吗？对啊，腊八蒜。腌过了，它肯定不会。其实它要再绿一点就更好。哎，一大块肉。它再绿一点就会更加不辣，但更会更香。带到粉丝。对，喂给观众吃。来，观众先吃。你像你咬过的。嗯。哎呦，还是咬过的。不要这样吧。不卫生呢、欸，居然不吃别人咬过的东西，太小气了。这也能批判？确实菜太多了，米饭都干完了，这菜吃不下去了。确实菜太多了，餐标拉的太高了。没有啦，餐标其实还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哦，那说明我们越来越会弄了。嗯。好的很。但是我这个萝卜丝应该会来吧，也是够软的，应该这个萝卜丝，大厨瑞平张姐，这个萝卜丝要拌面条，做理论建设呢，就是萝卜丝要拌面条。哦，萝卜丝拌面还有这种吃法，那你分不清萝卜和丝跟那个面哎，就是有脆的有面，就是混在一起，哦，就那种凉面是吧？对啊，强哦。啊，瑞平今天自己做的，你是我真的。好吃的，自己蒸的好吃。哎，大厨子，哎，你的鸡腿呢？不吃鸡腿，为什么不吃鸡腿？牙痛，太硬了，不想咬。说啥呢？牙痛。二十二了，还长着呢。我看着不想看。我二十三穿一穿，你听吗？嗯。快整两句，高低整两句。嗯。让你们着急吗？哦哦，细细品味，细细品味，品一品。来来来来来，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对这个米，好吃。他只想吃馒头。他觉得好吃。对，放的这么好的菜，居然在那边啃馒头。而且还冷的馒头。最近脚气了，吃两吃米。脚气有啥要紧的？不把我腌入味的。我靠！晚上脚气这么严重吗？什么？他刚刚说什么？没有没有。大叔，你还没词儿吗？整两句，整两句。待会儿帮看看脚。你妈的！我尝尝这个鱼。鱼咸了。嗯。太下饭了，这个鱼。我靠！今天没有，今天没有突兀的念头，还有点不适应。对呀，下饭。你只要不在上这还可以，稍微张帮我把那个正在充电的那个充电棒拿过来。你这腰本来又咸，又得是这样的。对对对，然后把这个换上去充电，确定它那个灯亮在充电了之后。什么开心的菜？完蛋了。剁椒鱼串，这个剁椒鱼串，你是川菜啊？剁椒鱼串，湘菜。哦。湘菜和川菜有什么差吗？肯定有差呀，湖南菜和四川菜。嗯。然后，地三鲜哪里的菜？东北菜。对，地三鲜是东北菜。所以有什么区别吗？这些菜系？你能问大厨吗？大厨，说说。地名报出来之后，就显得我们这个店的格局大一点。哦，四海包罗万象。哦，实际上吧，这些比较普遍化的菜，在各大菜系里面，就是大家都做，你知道吗？大家都做，不论是你啊，我学川菜的，我也照样做这些菜。嗯，五官这个都已经普遍化了，这些比较有名的川菜的麻婆豆腐，都在各个菜系里面都有都在做嘛。
所以现在有各个菜系的麻婆豆腐。只是说它最早的发源是在什么菜系里的？这是有一个明确的范式。大厨是不是看着像新疆人？哎，有那么一点意思，浓眉大眼。谁来了？他怎么走了？巴别香吗？啥？巴别香吗？嗯，刚刚你不吃？他是大厨，像拍完了吧？像，对不？不是，我是新疆人，直接吃。我云南人。他说我比较像。对，我们有传说中的回民。哦，回民人口基数挺大的，嗯，也不算传说中。就是很多的少数民族。第三大吧。嗯。云南回民不能不吃猪肉的回民。云南少数民族最多。就是种类最多，你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人数也多，人口人数也是最多。你们那边最多的是什么族啊？云南应该是白族吧？什么族都我不这我不知道呀。黎族。白夷傣瓦。今天早上还有一个。这就叫专业。还有一个从那个什么？朝鲜。对，还有壮族。对，壮族。朝鲜都是区级来的一个壮族吗？哦，你是壮族。我不是，我不是，他不是壮族。维吾尔族是汉族进来的。我说他们那边管最多的。手绢说的短信嘛，他没到农民。五年四班劳动委员进入直播间，他还是榜二哎。上进啊，周贤。上进啊，周贤。他现在呢？他回去答辩了。答辩？答辩？是真的答辩？是答辩。没有去关老过。之前不是学法律的吗？不是啊，学法律是他家里的业务，还有他是个人的业务。他是他学的是中哲，我操，就是一定会失业的那种。也不一定啊。但没关系，他可以回他家里上班。家可以，他可以他开律所的，年收入200万。我操！他自己报过在新国的人的视频下面。哦，他家他老爸年收入200万，他妈吧，嗯，他妈的，连他的一瓶水都没喝过，他妈的，我说他妈爸，他说他妈的，你们这些小布脏的，这是他妈抠抠搜搜的，我小布，但是我今天已经开始带东西过来，我操，饿，你带啥？他带酸奶，他一袋袋的五箱，我操，对，你多的，你这个一箱多少钱？一箱大概是60几吧，我那确实比市面上便宜好多。那肯定啊，这个是有形象。你给他捡起来了。你具体是怎么跟那个？就这么说吧，那一家公司是深圳的一家公司，到苏州来开了一个这个公司的厂。嗯。然后我们当地，怎么说呢？我妈她那个公司给了一点协助吧，资金上的协助。你也是小布。所以有用的不是小布，而是小。小布父母是的，是的，是的，这是绝对的。一个小布有没有用，要取决于他能不能忽悠到他的父母。对对对对，我就属于比较能忽悠我爸妈。比如说我就比较废物，所以我现在穷的要死。没用的东西也不一定是你没用的东西，也有可能是你父母太强了。父母已经把我这个 The level 还不太够。没办法，你现在和脸在网上。哎，打得那么火热，你父母想着办法了。你在我这里漏了钱，你不也拿去养你男朋友了？揍他，直播揍他。怎么的，你啊？那待会下播揍他。下播揍他，立马下播。光速下播。光速下播。我爸妈是无钱可漏，不然。他有100个，我都要搂着80个。他妈带孝子啊！带孝子！你就忽悠你们那个发级组组长，顺利，给你发级这个壮丁，我操！发级这个足丁，我操！这不对了，这可以说的吗？这可以说吗？歧视少数民族，拖出去斩了。拖出去斩了，怎么值？非常符合我的少数民族。非常高他们的，给他禁言拉黑。腌蒜咋做的？大厨，大厨，说说这个腌蒜是怎么做的 ？B 站上自己搜。大厨说的。大
阿图说 B 站上自己说的，没事就放着吧。这么好的，这白条白条。我觉得免费餐，免费餐。你愿意评价一下这个菜怎么样吗？非常非常美味，而且没事不露脸，不开脸，量也多，非常好。今天的菜你觉得最好吃的是哪一个？最好吃的鱼月。你之前有来吃过吗？没有啊。我没有，第一次来哦。对啊，第一次来。以后我们每周哎，过年还过年做吗？过年应该会歇一趟吧。啊，对，反正就是之后每周六我们都会办这个活动，你可以都来。可以啊，对。这就卖要卖20元。我开玩笑，我们这个餐标哎，我们这餐标多少？成本价12。对啊。成本价十二。成本十二。但是但不是每次都十二，这次应该。这次应该比较贵吧？没有，这个鱼很便宜。哦。不像我想那样。去卖快餐这样卖多少钱？20多块钱。便宜的。20。两个肉的。嗯，卖快餐不止吧？卖快餐要25、30。啊哦，我们卖的话，我们卖的话差不多，应该是15吧。我们做评价的。对。可以。我这评价已经评价到底了。但这次干不了，暂时干不了，我们产量跟不上。只有他会炒菜，他在培养。加油，好好干。争取开个饭店。加油。大厨加油。你这个磨皮怎么拉的这么假呀？这个磨皮把他整个人磨的都不好看了，他皮超光滑的，他妈的。对，他皮肤本来就质感就很好。慢走。搞坏了。对，磨皮磨坏了。看看途中这几个男生哪个最帅，把张晨浩也算上。弹幕喜欢哪个？我在给弹幕选飞。弹幕喜欢这个。我靠！你是这样吗？是这么猛是吗？问题在于会越做越亏啊，不是说怎么样？对，你这个店，反正你自己店也是啥的，认识的家长。我操，还是喜欢王汉的比较多哎。是他呀。还有喜欢卷毛哥的，卷毛哥在看直播。你们好，你们好。卷毛哥乐了。不是卷毛哥自己发的吧？哦，倒是也有可能。哦，这里还有一个帅气的摄像小哥。但他非常内向，是个内向的宅宅。选妃。张师傅显小，张师傅确实比较小，张师傅只有22岁，这边应该都24、25了，然后这个人已经30了，我想。卷毛哥在看吗？给你一拳。妈的。他说什么？你在讲什么？什么？卖不了。卖不了，确实卖不了。什么卖不了？这个快餐卖不了。卖煎饺呀。张师傅今年毕业吧？还剩一年吧？我还剩2年，我下学期要被抓回学校了，操！现在是拷打张晨浩，拷打张晨浩时间。张晨浩也不吃鸡腿吗？哦。他不吃鸡腿吗？啊？有鸡腿吗？没了吧？没了。没了吗？没了。
问题啊。正好你加那么多汁很咸的。哎，真的吗？这个鱼超咸的。完蛋了，你要爆炸了。我要爆炸了。这个汁看吧，不一定啊，有的人说咸，有的人不咸。完蛋了，这下要命了。哎，不要拍，拍菜就可以。我把美颜关掉吧，这个美颜开的感觉变丑。关了吧。关了。我靠！他妈的，他过来拔旗了，他妈这边没连没到位。星期六之外就包包饺子哦，然后还有发快递，还有就是一些需要场地的打扫。最老的就是这个米色衣服的老哥，是吧？是不是很闲？我送他到车站，他在我家里住了一晚上嘛。那个小孩就是怎么说，他不是十五岁嘛，但是他爸妈可能，他上中专嘛，他可能就是中专二年级、三年级的学费，他爸妈不想给。是这个问题吗？对对对，所以说他不是激进化的比较厉害。不是不是，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他爸妈应该年纪比较大的吧？大吗？他才十五岁啊，能大到哪？不是，因为他看上去就是那种老年得子的家庭。会养出来的小孩，我操！他不会正在看直播吧？那无所谓。不一定，老爱得子的，我他妈的，我同学还挺。但是如果说老爱得子，那更。你的意思是他不正常，所以他不上学，不是因为他没有学费啊，肯定不是因为不给他学费了。妈的，应该还是他自己不想去。我干他妈六十多岁扎掉，带厨有点帅，那看带厨。欠带厨。带厨不畏惧镜头。就是。大厨桌有红罐，这样子，这里面还有你们想看的影舞者，影舞者被圣光掩灭。不要不在那里，是吧？我做生意，你们别来找我。张师傅是哪里人？张师傅广西人。哎呀，你不要听那个江湖传说版，都是虚假的。你莫第一个喷的人，你扯这么大你。什么玩意儿？你不第一个，你不是第一个喷的人吗？是啊，我是要喷他呀。对呀、啊，他那喷过来，骂过来，挺好的。那不还是被？他后面是不是后面要给你们捐钱？没有啊。昨天聊的是谁要给我们捐钱？是那个，是我宁晨龙。啊。宁晨龙。哦，我忘记给他回消息了。哎，没有人给他打饭了。没鸡腿了，多来点鱼肉。我说那鱼肉咸的，别当咸菜了。就是得这么咸啊！哎，这种就得这么咸。我吃的怪不得好多米都没了，其他菜都剩了，就鱼吃饱了。你妈的，吃饱了走了。没有，不剩的人就是什么都不剩，剩的不人，挑食的人就是挑食。我要剩第三天了。又没上，你上了还没上。张小北明年什么时候开学？这个是二十四号。要在学校待多久了？嗯，待两个月吧。待两个月？三个月。他妈，我靠啊！你去不去吗？三个月。嗯，办一下毕业证不就好了？就混毕业证才能去。对啊。对啊。不去就混不到是吧？对啊。你想啥呢？你以为上大学直接他妈天天在外面？就是不知道。不用混，我直接就能拿到呀。那他妈怎么办啊？这一摊子，这一摊子，不要担心，救不了，肯定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他妈有饺子机在这儿，他只要教会一个人，不行，你知道吗？就是每周六该干还是得干，全都收了。做饭大妈找一个啊？做饭大妈？不行的。找了半天，行了，你老婆也走了。你看她长得好像草间弥哦。那看不出来。很像啊，这个眼睛。对，很像。哎，没看出来，是有点像。嗯，我操！好像是不下半场的志愿者。我俩同时一档的，一个月他妈就是多少？这他妈是周六做的。我爱太多，你提升，以后他们昌平的时候，他不可能说是啊，他肯定是点，是提出来了，昌平就是周六嘛。
就周六啊。那边有人吗？餐厅里就是周六。那你说他那边的老板送他过来这个楼上？你管得着吗？人家找个兼职，就周六放假一天。不是你看好，根本就找不到。你就算招。哎，你不信你看好，跟你打这个赌根本就不可能。你说的这种，说得动啥？你懂吗？这又不是钱的事。我他妈一天。你不信你看好，根本不可能招得到。你招一个不在职的。啊？招一个不在职的。我就不信这样说里面其他。这样拍，把网上拍丑了。你们要拍多帅了，我操！拍帅了，妈被人抢走了，应该不会吧？你是在给他应征新女友是不是？没有的。给王汉选妃。给王汉选妃。你是想当正宗？三宗四德了，这叫。像我一样，多正宗。以后你下，以后你手底下就有好多人可以使唤了。说什么？这是什么？这是干什么？对啊，对，我他妈我就。所以我就是没有摸着度不够啊，你看看。然后，先看我要不先把这个，看你身体没有事的，那我看看。到时候我会大喊大喊大喊，你妈逼的！少点攻击，心似神不似。心似嘴不似。是的，你是在谈判话的。攻击性差了一点。有种儒雅随和的美，确实啊。哎呦，吹起来了，我操！没有吹，我马上要说他是郑州市前十的书法家。啊，他妈没人了呀！妈的，越级第一，你这一传出来，没想到他妈我走了，马上他说是河南第一，不是郑州第一。是吧？是有这个风范。就起来，你还要回来炒饭吗？到时候不要找来书法家上门踢馆。反正反正文艺书法王，跟我也没啥关系了。左翼书法王，我们现在有左翼饺子王，还有左翼切配王。对，左翼切配王。切配王，切配王出过镜的。对，看一会儿摄像小哥吧，我不要，他也很帅，他也很帅。我不要，摁住，快摁住。那给他们看卷毛小哥，看卷毛小哥，看我卷毛小哥。卷毛小哥新冠都二十几天了，还没好完。嗯，确实，你要注意身体，多锻炼，不要像我一样，现在只能在寝室躺。卷毛在新冠后遗症的选择上选择了阳痿。确实，这说明我是一个合格的。哥哥的魏小将是牙鬼，他不是魏小将，他不是折子之人吗？别要暴露了，完了，开我盒了，我被开盒了。别跟老师说，让他吃。不用吃了，没有吃了。别吃了，别现在给。没有人管我。他们说高强度邀请你当下一次衣服的模特。我身材很差的，建议还是不要让我当模特。很差吗？你是不是很瘦吗？很胖，我坐在肚子上，所以说这样子吗？穿衣服不好看，完全看不出来。他们都说，他们有人说想看你。嗯？给他们看一下。不行，你这样把神秘感都去掉了。你帮我出中文毕业，你帮我知道不知道？不要了，毕业证都不要了。要啊，还是要的呀。魏明子一直说让我们一定要毕业的呀。对呀、啊。对所有的学生来的义工都是说，想要上一个好毕业的。对呀、啊，社会资源不要浪费啊，好好上学。是。好好读书，只要淡淡一点就好。主要是你放弃文凭过来也没有什么用，看不到你们。张师傅帅吧？张师傅超帅的。张师傅超帅的，很屌。谁张？已经有很多弹幕在暗恋他了。没有王汉帅。张师傅太羞涩了。不来。武当帅哥这次没来。今天魏胜也不来吗？对呀、啊，武当帅哥去。我操，魏胜是可以在直播里喊的吗？我操，你不是喊了吗？是他先喊的。是你起的名字。没有，瞎讲。
浙江剪纸街。为什么又称？哎，有人知道张师傅是学设计的？对，就是风红人。魏胜的闲鱼号多少？关注。闲鱼你要关注，你能他卖什么？多少单？多少单点变态了你？多少单点变态了你？车牌号也记住了。啥？我操！什么拿车牌号当银行卡密码之类的？对啊，他车牌号嘛，不是早就公布了吗？天天在说这样子。看看漳州吧，漳州也很好看。漳州我去了。那个漳州不给看，他妈的。发型很特别。而且他的嘴唇很红哎，就像女孩子一样。我操！嗯。我还是戴口罩。王翰那里太反光了，戴口罩可以拍了吧？感觉无法抵抗。看看王翰的秃头，真好吃，我操！我操！对，就一定要用这张图片，这个你听他们说的话。你吃饱了？嗯，我吃了。哎，你吃了吗？哦，你吃了。什么？我们吃了。是男孩子啊？有人问你是不是男孩子？给大家看清楚，他是男孩子。你他妈要干嘛？我要给他征婚。不是，你这有点多余了。嗯，这不直播吗？有点，不是。要不你来播？不是，你说他要他要他证明一下自己是男孩子。不是啊，给他细看他那个什么，脸上的轮廓就知道是男孩子了。是。我操！怎么回事？我操！阿彻啥时候更新？阿彻等明年回学校了，看看有没有时间更新吧。什么屌视频？我也要看。我也要看，我转发了。刚刚进去看过了，人类成败好像就是，名字叫人类全都失败了。不是，是一个恶搞，我知道是。张叔的 B 站账号叫风红人。风红人。嗯。还发了两期视频。三期吗？你看这搞的这放的。去信号不够彻底，我没有去信。我那只是懒得剪。不是，我们不能这样，他妈的！不要！我操！叫什么面壁走位？喂！主播工作是什么？主播工作是学生，主播工作是大三学生。妈的！二分。哪个？我看一下，哪个视频？面壁者为名。面壁者为名。我们直播这些是不是太乐子人了？我操！看小王，我就是个大片。妈的！干嘛呢，杜队？张师傅 ID 是风红人。丰盛的丰，然后那个一个工字旁，旁边一个什么的那个红，哎，他在五四老委发过视频，虽然没有在五四老委的号上发出来。我觉得马普都比较的有。
没错，就是这个。哎呀，我们要坚持，要有力量，不能。大家看到了吧？都去关注啊！什么就都去关注？我操，这个逼在看孔子命吗？好离谱！哎，还是看他最后其实才是高潮，好吧？今天都没有动用饺子哎。太抽象，我甘拜下风。待会儿有饺子专题的，是。知道。你怎么这样录？我天天在骗人。我名字会降下神罚的。你别说了，你再多说一句，神罚就多一句。什么失败主义？我操！我操！别别看了。我感觉要 IP 了。这个围裙放在什么呀？换一桌。看卷毛。你怎么看我呀？爷爷，会开合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既阳痿又是德勒斯人了。来店里，来店里要先打报告，不打告不把不打报告来店里会被物理驱逐的，我操！物流员可以送啊，但是现在物流员人还有多少呢？那你们这一周你们我都地址都给你们了，你们都不去说。这一周我跟你讲，我们每周都干什么？反正就是没有一天闲着的。他妈的，本来说周五要去的，物理驱逐就是被打出去了，看，要打报告的。用他们洗碗什么的。哦，还剩了好多块鱼。有战袍，有战袍也被驱逐，他妈的！就是要先给魏明子发邮件，好吧？然后你们进那个志愿者群。今天不去，今天不去。右边像早期魏明子，哪个右边啊？杨大师吗？杨大师一点都不像啊！摇几个面包车人，那就报警了，报警了。就说白了，就是你在这一分、两分钟、三分钟内，你可以跟他有一点肢体接触，然后再付点钱给他，就是这样。我操，他们在说什么？啊，就这，对啊。什么女仆店啊？有人去过女仆店吗？第一次去福州。啊？立刻驱逐。秋叶原的那种昏暗的小店铺。秋叶原都更不懂了。不好意思，二次元浓度放的有点高了。他这个后现在太不彻底了，居然连女仆店都不知道。就是。你要问直播间的观众，肯定个个都懂。张师傅吃饱了，张师傅又要干活。谁来的？这魏胜今天不来。我不知道啊。张姐都没来，我感觉她应该不会来。哦，这是石城新的志愿者，他正在打扫。很高级的商量吧。真的是。这个。评价是几？
聚众吸什么？这是哪一家？聚众吸酸奶。打钱。卡式的。是打钱。我家里还有。哎，这你也要直播？不然我播什么呢？品牌方看到记得打钱哦。这是酸奶师志愿者给的。广告费。就是他付过去。就是他给我们送了五箱酸奶。小布做点贡献。不用自谦。主要是靠小布的父母。酸奶不错。今天没有去工地，这周不去了。工地都回家了。现在就回了。你要播一会儿吗？嗯。张师傅来播一会儿。回答观众。你会跟弹幕讲话吗？小心弹幕的男。这有什么难？有人在暗恋你的，你要小心。对，好多人在暗恋你，你不要播我呀！哎，我没事，这样子。嗯，哎，你看紧张的我都不会喝酸奶了，这个酸奶要这样拌一拌。啊，酸奶也要拌吗？对，因为它有一些粘在这个边上比较硬的部分和软的要拌在一起，这样不会浪费。这怎么就小布了？之后就是把那天魏公子在这伸手那个图跟那个，你看这个酸奶，那个不能打广告。那个东西，这个那张图 P 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直播间就总永远有人在问魏公子来。对，我天哪！啊，六勇，啊，夏明先来了，他来打扫卫生了。夏明，不认识你们，大部分人我都说不清。没事，慢慢的就会说起来。麦德川是谁？我没有见过麦德川。你没见过吗？他们的话肯定见过。眼神有点像。啊？没有吧？没有注意到他。有可能吧。现在是这个店每周最干净的时刻，就是被志愿者打扫过以后。哎呀，太逼了！下午好。这鱼头多少钱？嗯？鱼头多少钱？哦，还两米。鱼头多少钱？你要买上哪块地啊？嗯，我五块还是六块一斤？周边一百亩吧。要是那个鲍鱼摊卖那个，他们鱼头是边角料卖的话，要是10块钱四个。我们买的是整鱼。整鱼，我自己做的。4块钱六块钱三。上面这个水。哇，你吧唧嘴，我杀了你。你杀吧，我不想活了。我你哭了。你怎么拍我干什么？我没事。你误会了，我来看。烧水啊！烧水，给他们烧一下水。那个烧吧，烧了水，那直播间给我。那个直播吧，我来烧吧。直播的，给他放边上吧。来，你来播吧。看看杨大师。杨大师没有什么想说的了吗？没有了。来看看媒体组的师徒。什么师徒？对，张氏师徒。这是我师徒。我是我的师公。弹幕说要陪你一根。
陪吧，陪吧，杨大师说陪吧。一边在刷碗。哎，感觉没有什么好播的了，还是播外面吗？他们下午没有，我在想魏明子来不来啊？没有的话就早点签。魏明子要是不来的话，我们可以早点把人放回去。不要播我。我手机在直播。播播他们，或者播播。播播周。打扫卫生的志愿者。厨房里太脏了，不敢播。哎，确实有这个，开始打扫了。这两个是，对，还算上我，我们这一桌是主义主义媒体组，差不多吧。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拍了，想看机器做的饺子。哎，我不给他们展示一下饺子。厨房不要看了，厨房里现在一片狼藉。这是我们的早饭，超级好吃的炒饭，抛家弃子，我靠！杨大师已经有家了，抛下了自己的部落。饺子。这个机器搞这个饺子还是很快的，讲真。饺子是白菜，猪肉，但不知道能不能扒得起来。哎，可以。你看这个就是状态比较好的饺子，就是它的馅还是有这个相当一块的。就是那个饺子是这样的，它是注入馅儿的那个机器是一个开关一个速度，然后还有那个弄皮儿的是另一个开关一个速度，所以它有的时候会对不到一块儿，有的时候会包出这个空气饺子，或者馅儿很薄的饺子，或者那个馅儿把皮撑破的那种饺子。不用打粉了，抹油就行了，这个冻起来以后就可以掰开了。你看像这一盘是状态比较好的，这个一煮还是挺漂亮的，你看它们都是鼓起来的，还蛮不错的。但是机器就是说它如果调的正常了，它用起来就很好，但是它如果出了事故然后要停下来，就是比较耽误事，卡住了什么之类的。还行吧，我们这个号至少审核还蛮好的，就是没有像王翰，没有像我那个阿车那个号一样发个什么东西就省半天。对啊，我们基本上都是秒过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发比较奇怪的内容啊，叔叔不喜欢的内容，等到我们之后开始发了，他也这样。我操！我懂了，给直播间看直播间。要回去了。辛苦。那不还是看你自己？直播间看自己。心死神活。哎，我们想卖煎饺，煎饺的话如果要这个大规模生产的话，你们知道应该用什么工具吗？就是那种铁板烧的那种铁板，大的煎锅呀，是很大一个电饼铛啊，电饼那个铁板我应该在闲鱼上搜什么关键字才能找到呢？啊，不是电饼铛吗？电饼铛，电饼铛也没这么大呀，没这么大电饼铛，那不就是叫电饼铛吗？是摊饼的那种，那煎锅一样，是吗？那个什么？不是吗？对，闲鱼上搜什么关键字呢？搜那个煎板。你要走吗？我不行。嗯。我反正，哎，张凯来了。他来了。来，给个特写，给个特写。别，好，我避开。没有拍到。女朋友呢？不今天过来吗？我让她十四号再来。你现在热恋期是吗？因为那个她来了，她、啊、今天来，今天就打算。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生煎的话。哦，生煎那种啊。对。哦、
就是用那种摊鸡蛋灌饼那种铁板，你知道吧？就是最好还是带车的那种。但是那个燃气罐，我们应该到哪里去买呢？这种是电饼铛，这种电饼铛那叫那个不是电饼铛。我是来拍饺子的，然后顺便来干干活。这种的挺大的呀。上次没有拍到那个机器成功运转的画面。对，就是搞铁板烤肠的那种。像这种电饼铛，它是上下都能加热的，但是煎饺可能只需要。不行，这个还是太小了，我跟你讲。太小。我们要那种铁板，就是一煎能煎一铁板的那种。我听那个东北大汉、山东大汉说，你直播的时候没少说我坏话呀。哈哈哈哈哈。怎么叫他就叫坏话呢？煎包炉。我看到这个，还有就这样，还有煎包炉吗？对，这个专门做那个分煎用的，水煎包。多少大？有尺寸的。多少大？给我瞅一眼。要好好理一下。煎饺应该不用盖盖，也可以。我。到时候你显得不拉撒，你要的就是这种的，你不用带我了。燃气煎包炉，太远，妈的！你还是去吧，你他妈！我到时候肯定会去捡啊，我又不差这几个字。哎呦！到时候肯定要他过来，我肯定要好好打击他。哈哈，他妈好。对，还是要。满足超商杂粮煎饼锅，杂粮煎饼锅也没有什么幻想了，我们都那个了。你讲的还是可以，就是你讲的还是不错的，强行不错。直播间弹幕都夸你说。生煎鸡，哎，这个屌哎！待会我的手机放假了，我就要把这个买下来。生煎鸡。这个多少钱？700块钱，生煎鸡、煎包炉什么的。这个，吴中区的。那你要怎么把它拿回来？当然是开车喽。咸鱼王子出马。这看着挺大的，至少它是长方形的，我觉得应该比圆子的好一些。我还在楼上。哇，这个看上去还蛮屌的。我是念念吗？楼上。看他还卖什么？你们知道他家店地址吗？我回去劝一劝。张师傅，张师傅。哇，人家看到你要吓得他妈的，满地乱。居然找上门来。我和他关系很好的，你们不知道，我和他扯淡。你们底下都没跟他有交集，我都有交集。什么鬼？扯淡。我们微信会聊天。我也跟他微信聊过呀，他妈的。你就是有，他就是会让你有一种你跟他私交很好的感觉，但其实他跟每个人都是这种感觉。他超营业的。对。空气炸锅太小了，空气炸锅一锅才能煎多少个？我一般都不跟谁。空气炸锅也太小步了。他是没删我，他他妈没删我。他为什么删我？可恶。没事，你们发一个消息你就知道下来了。好，他们说你相亲上100次。对啊，真的有100次啊？你有技术？有。我靠，这么狠！是不是都被你看得上的？啊，你怎么不是？你发了消息你才看得？没有啊，是看得上看不上，这不是重点。那什么是重点？能不能进行下去？关键是现在相亲的大部分都要那个的，都要走到结婚那一步嘛。我说你就是不想结婚。对，有点。那你为什么去啊？那你为什么相亲啊？还主要我们家里比较缺的，因为但是那时候也是，我之前也是想着妈的过日子，想当日子也段时间的，那时候也没那个，也没这么抗拒嘛，然后就相亲了很多次。100次也挺夸张的。还好吧。只是上百。苏州吗？真不夸张，在我们那里。啊、我到今天都向往老婆孩子热炕头。现在这种相亲事儿还是很累。杨师傅抢戏抢好凶哦，怎么什么都有你啊？老婆孩子热炕头呀。好像什么左转是个什么超越性的事物。怎么什么都有你啊？是不是超越性？不得不。小日子过不下去了。也我没有什么拍，我在拍他，他不是在讲述他妈的那个心路历程，不是镜头脏，是背光，有可能是镜头脏，我稍微猜一下。是你的手机有一点烂。我
擦擦大家的眼睛。对，60分发完了，但是今天就没有动用饺子，他们就还是比上周人少了一点。哎，对，这人都吃了。嗯，差不多。今天我是来吗？来。哦，今天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卷毛。我每周就听他念念经。我都不舒服啊。他昨天不是还出了一个大电影吗？是发痒是吧？我那大电影他看了呀，大电影他直接就直播的呀。他的视频嘛又臭又长，我操！你不是大电影直接就直播嘛？6点钟起来，他那时候不在。我靠！2点半。可以洗碗，可以洗碗，但厨房还站得下吗？你不要拍那边，张姐不想被拍。洗碗，再洗。还是拍杨大师吧。还是杨大师大家都喜欢。真的，连张小北都受不了的男人。我现在受不了。张小北肯定受不了，我给他上，我是给他上压力的。还行。只是单纯白而已。张师傅心里肯定想他妈逼，你也知道啊。张师傅是很强的，当然人都爱他，确实，而且杨大叔都已经脱单了，对，他不想被拍呀，不想看一下弹幕啊，你用你自己手机看呀，能不能硬希望别人看你帅才行的吧，一定要夸，让我看一下弹幕有没有人夸我帅，何止是压力怪，他就是很烦，我操！我也受不了，我应该很早就受不了了，对。还是看看张晨浩吧。看我干什么？小布比较顺眼。我靠！太小布了。有人问大厨下头吗？你们觉得大厨下头吗？应该问问张姐。张姐都有女，不是那个什么，大厨都有女朋友了，下不下头已经不重要了。你的五毛是谁打给你的？哎呀，这是啥？他都在学校里找不到呀，对，学校里的都配不上他。哎，不要盯着我，会长相配不上。对，我就是配不上。他就觉得他还没想明白呢，我张超培是在这个两性关系上是很倒错的，你知道吗？倒错吗？我要分析过他的结构了。怎么倒错了？分析了，我靠！就是来，你分析。跟我在他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一模一样，像去做风一样的男人，知道吗？哪有啊？就有这种倒错，你知道吗？开始拍了。就那个有一个。B站里面有一个。B站不是有个那个艺术搞艺术的陈丹青说嘛啊，这天气春天要到了，你们男这个平男女们要赶紧主动出去交配，要像猪狗一样，不要害羞，出去交配。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什么前现代傻逼啊！我操，有道理你妈，有道理。我觉得很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那你为什么不去？你为什么不去？我这不我也能用，对啊，所以我现在有女朋友。你不是说你不干他吗？你不是说马归马呀？你不是说你不跟他上床吗？妈的，恶臭下头男，恶臭下头男，一年四季都得交配啊，何必要他妈一定要到春天呢？你他妈的，人家都找个由头，你不是在扯什么？你冬天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交配，人家只是找个由头。复读杨大师的名言，羡慕去吧，羡慕去吧，羡慕去吧，我确实那个就那个挑人那个歌词一样，哎。什么小布，还五条人，太小布了。爱情确实让生活更加美丽。哈哈哈哈哈。鲁迅先生不也说吗？啊，
他真的能找到一大堆人给自己背书。好疯啊，鲁迅的背影稍微放在一块了。哎，大厨这个角度还蛮帅的，转过来就不太帅了，这样子帅。大厨就是熬住这样子帅，对。有一种绝望的气质。转过来了，那你说没发型了？大厨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有个伴，有人谈，有人爱，那不。哎呀，现在来这儿，当时就是死猪不要找帮你找的。那我不要他妈我。然后说，我说我帮你找，哎，不要帮我找了，我又说为什么没钱，不要帮我找了。我现在找了，他开始来这儿了。那人家不嫌我穷，那我就那个，我还不是怕人家嫌我。我来复读一下杨大师当时的名言。作为一个左人，就应该舍弃掉这些多余的欲望，你知道吗？然后新冠阳痿的时候，他还说太好了，太好了，让我的内裤老是破，内裤老是破的另有其人啊！我操，不是你知道吧？不是这么个欲望，不是。确实一直干着也不是个事儿，是找妈妈的欲望。你现在又不是个事儿了，我操！有个有损精神嘛，对吧？酸透了你在说什么？你是不要再放这种屁眼了？大胆，真是 big 胆！我害羞了，他害羞了，又酸臭了，我靠！你自己看看你的表情。我原本还想给你报个红包呢，我靠！准备了这。后面那个东北大汉说，但是我就说你。那是山东大汉，他妈的。我说你不要太上头，那个女生我不太没见过，但是她是我老观众，就是说有点犯病。上海不犯病吗？那你觉得他犯病吗？我就喜欢这样的，我就喜欢犯病的。好好好。你们不要上太上头，菜都已经在锅里炒了，你说他妈都。我还没你的，你说我等一等，我你在说什么，张姐啊？这么都已经炒熟了，要出锅了，你说啊？等一等，我这放点盐。他说什么？这是什么发言？关下火呀！对啊，就等一等我。可以等啊，关下火呀。我靠，没有道理，你知道吧？这个回溯不过去的。你要太咸了，怎么走？我最怕的就是再来一个女版的杨师傅。那倒没事，那就以毒攻毒了。以毒攻毒，他攻击机性会溢出啊，你受得了吗？没事，他们两个互相攻击就行了。抵消掉是吧？互相那个这个发射力比多，然后就不会搞到别人了。你们那个公寓还能住吗？哎呀，我现在还没怎么样，杨队长啊，你好意思吗？怎么什么？怎么？你好意思吗？你他妈没人。今天搞你搞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比比谁动静大我。你们说你们四个人就在那边。人家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你这个一千步笑五十步是怎么回事啊？那是我的问题吗？你找王哥说去。呀，都是王哥主动的吗？都是王哥主动。这都是王哥的错。今天给我定闹钟是怎么回事啊？那真的是王哥的错。我今天回家。对，我今天回去。我的卡是你回去发给我。我回去发给你，好吗？现在几点了？我的两个卡不一样。哦，所以魏明子什么时候来呢？他如果不来的话，其实没什么事了，可以叫他们先回去。啊，打扫卫生啊。其实也没什么事，可以回去啊。没什么事啊。对啊。想回去休息。就是魏小娇一定要等魏明子的呢。对，要不然这一趟志愿者旅行。其实我不是很想等。每周就来。我不是很想等，但我手机架在这里，他妈的。不得听师傅，你一会儿直接上看房子。对吧？我也先。主要是我现在回去也打不了游戏了。没有明子来了也没有事。就是干不了这种嘛。就是听他发表演讲。我要。选我早上已经请他喝过了，他居然又要喝。选我。这个人，我早上已经请他喝了一杯了。选我。疯狂选咖啡啊，三三位。哦，还好。因为瑞幸的浓强度实在是太低了。他那个浓不浓啊？要喝咖啡吗，小彩？
他喝了两天睡不着觉，操。这么强吗？对。我每天都要做活动，我就习惯了。行，我行，我行。哦，对了，还真有个事啊。什么事？补习业的事啊。哦，等一下，我想问你，那个物流员那边下午下班是几点？24小时都开门。不是，我问你什么时候有人出来吗？我们去下午没干过，我。你干都是晚上，晚上几点到几点？晚上我是9:30去的，然后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半到几点？12个小时。7:30。七点半，10个小时。7:30，那7:30，不是两班倒吗？好烂，两班倒，好烂的菜单。你不记得了，还是得去探他们。对啊，所以你们去啊。太烦了，要一天一班。如果更有感觉的，更能够有关系。哎呀，我这看的眼睛都疼。手机，那你们看手机，我看的眼睛疼，知道吗？坐。其实你那个每个那个手机是容易看的眼睛，往后多拖一下，拖一些就行了。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剪的时候会有更多空气去塞那个塞你讲课，对，要不然的话，对，要不然的话，它那个节奏会很怪。其实你可以先写一个大致的旁白的流程，然后去拼那个镜头，然后根据那个镜头节奏再改。我是拼镜头。所以那个镜头。上次你那个800，一看我也写了800，结果800字2分钟就不够了。对，哦，因为你没有调语速，是不是？没有调，就是我塞得太密了。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它每个句的那个句子的念法也要那个看，就它的重音。物流员有日结工，送给日结工的。要需要一点经验，你可以多调调看。那个调了会比较好，要不然的话就感觉前后都搭不起来，不连贯。好困吗？最后你要上学的话，你有多少时间剪？我还是这样，把头发甩到后面，显得精神一点。靠，这么凶吗？你可以遮一下发际线，稍微剪个刘海，遮一下发际线。我也是他妈学刘思墨养了长发，把我前面头掉光了，你知道吗？啊，是这样吗？真的，我前面之前我毛发很密的，我发量很大的，就是留长发掉头发上。你现在发量也还可以啊，只是比较发际线比较高。要冰的还是热的？热的。我要热的吧，要常温的吧。那、啊、只要选冰跟热。还是要热的吧。要4-5点吗？那不是平时都5点多来。对呀、啊。那可以走吗？可以走啊。你有事就回来。那我手机就要带走了。这不用播呀，播也没什么呀，活动又播完了。好吧。对啊。你要去干嘛？我回去画画呀。啊？你回去画画？对。我要卖素描为生了。这么精彩吗？我要去围观你画画。那你可以来教我吗？那你不是要看房子吗？你俩都会画。我连平面设计都不会。你不是美术生吗？不是美术生。他不是呀，他是新媒体吧？新媒体。对，你平时作业都做什么？不用传统手段是不是？传统手段毫无关系，我们学如何运营一个账号。哦，这样子。哦，这样子。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你可以来负责运营呀。徽章是这个老哥画的。运营一个账号跟你会不会更没啥关系？说运营一个账号是要干，是要学的。后台数据。数据分析，比如说你有那多少男粉丝，多少女粉丝，在哪个。我操，学这个有什么用吗？对，学这个我上课都打很精神。所以他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就告诉你要怎么样做才能更引流。你女粉丝多，那你就多拍拍女性相关的东西啊，就学这些东西。这需要学吗？就是逻辑上的废话吗？纯废话了。因为你好多学校都根本没有，就是刚开没几年，像我们这个学校，它只有一。对，我们要不先聊起来吧这个问题。除夕想搞这个免费年夜饭。是我们搞不搞？不是我想搞，是我们搞不搞？所以说你交流。送外卖的肯定会留一些人的，就是说他就想搞那些没不回家的人，对吧？他们说的时间不回家少，
这个片子的做法其实还是蛮好的。哦，这样子。因为那个是应该把那个红白。主要就是你只要想得到点，它就会比较有意思。你要想不到就比较。就是他们不办了，然后我们也不办。你这种凑凑人吧，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比较负面，就是他们可能也都是因为其他那天都没回嘛。这个不好估哦，到时候有多少人？所以就只有就在群里面问嘛，所以能传的。天，我们自己有。因为我应该是就是会在那边过年的，我应该是。哦，你不回去了？回来了，我可能十号回去二十号。哦。就是过年在这边，要卖那我也效仿你好了。你没有效仿我呀？我要效仿你。那你子不在，反正过年就我在。我也要在这里过除夕。然后王翰应该在这过年。对。我们去那个地方。对，你也跟你在这过去的。对啊，还有我女朋友。那就三个人就够了呀。啊，还有我女朋友。哎呦，好好好。你们说什么话？你们不要以为他好笑好吧？这怎么了嘛？那不是个人吗？没怎么。不是，他还。就是都还没见过，意思就是你不用着急。他们打过视频了。我们都要连成才连接才跟共同体了，你还要说吗？那你万一三秒钟被人退货怎么办？这个事情还不要着急。我被退货，那我没办法呀。反正我是把自己打爆发。说吧，那你也可以退掉他嘛，对吧？他不会退掉他的。我已经把自己打爆。他已经饥渴好久了，妈的。盖斯特春晚，哎，不是你来没有用哎，小朋友，你回家陪爸妈好不好？到时候主要是那晚上除夕夜的话，讲话好伤人哦。如果这样要弄的话，我是可以准备一下，一般七碗。对啊。他想把餐高弄，就餐标弄高一点，就是烧那种烧席。那你大年三十你不能。你也弄个盒饭就吃了就完了吧，我那你也确实，行吧，对吧？大年三十了，你还真打个鸡腿就对付了。搞，哎呦，炸鸡腿来对付，搞点牛肉。炸鸡。嗯。你播一会儿。我上去。对啊，那拉那拎着过。好，那你要回去过年了是吧？说你整个。整点白酒，整点酒，吃什么都像是满汉全席。我都打出了视频，跟方总跟他说清楚了。我那天特地把自己弄得很乱，那特别油。我靠！但是有些事情是光看也没有用的，也说不清楚的。他也是厂里上班的。他们家小胖还行。啊？他们家小胖。什么？小胖之家。哇靠！我小胖之家，我去厂里拧螺丝啊。对，所以我就说他这个就是立场什么的，我觉得他特别犯病。我就喜欢这种犯病。就得够，我也够犯病啊。就是他那种人可能是有点那个，就比较放心，是我说他的是第二个文心，你知道吗？罗文心是听你讲，大概也有所耳闻。啊？就是罗文心的事情，他们听你讲，大概也有所耳闻。小打小闹。那不是小打小闹。这怎么不是小打小闹？你们什么场面没见过？你在说什么啊？你知道现在让你。不要太上头，是被你好。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了，我跟菜都已经下锅炒熟了，你说你现在怎么就炒熟了？你面都没见过呢，什么就炒熟了？心惊焉在炒，那说什么呀？这还能回溯性的去建构一下，回溯一下吗？回溯不了了呀。菜都已经下锅炒熟了，你说哎，什么就炒熟了？点点，这构思点点菜。把这个油锅润一润，线上炒饭。谁知道你进度这么快啊？天作之合，我操！天作之合，羡慕去吧，是吧？对，就是很合适才会进度那么快，就是很合拍，所以确立的很快，不讲废话的，你知道吗？已经
句废话都没有，什么哎呀你这样呀我这样，不会紧扯这些东西的，你知道吗？但我也祝福你可以成。三小时确认关系，五小时他就要跟我结成财政工作地，说要把工资交给我保管。这也有点抽象了吧？这你没有觉得有问题吗？我觉得很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他们是说真的。我一直以为是开玩笑的。每月你存多少，我存多少。这女生就是有点那种，依赖型，我感觉。你太理想多了。就是太依赖了。都不是这种，你知道吗？都不是。就分析差差。我也没有见过他，所以我就见你见过。差差是相反的，知道吗？这种很绝对的，你知道吗？很前现代的，很绝对的，类似于包办。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学习，自发性的包办婚姻，谨慎参考，谨慎参考。类似是自发性的那种包办性的。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大厨现在在直播的，这万一后面怎么收场？怎么有什么好收场的？没什么好收场的。轰轰烈烈开始，轰轰烈烈结束。确认了这种绝对性的这种，是不会去考虑自己还要怎么收场的。本来就是啊，那扯不就那点事吗？扯什么？我就问他出不出，出就这么点事。对啊，我就问他出不出。你们在想大家就谈就那个张水和那个，谈恋爱还你捏一下我捏一下，怎么人都见了粘在一起了？人都过两天就要回去了，居然都不来送送人家，我靠！那这你说的当时跟我看台是一样，当时我一天八百的时候，我说怎么去送，怎么去吃饭，就天天在家里待着干嘛？我想。对啊，我就觉得很离谱。但是张宇多漂亮哎！我说而且张宇多漂亮哎！我觉得张宇长得很漂亮。对啊，又漂亮，然后我又很温柔，脾气很好。对呀、啊。我跟他聊了一下对萨特的看法，那个把这件聊的，不是聊那个，聊萨特嘛。我跟他聊，但这不是我喜欢的女孩子，我不喜欢。性格不够鲜明，你知道吗？是那种六边形的那种，你知道吗？六边形。他那个不够鲜明，你知道吗？你喜欢那种一根刺一样的，也不是那个，你起码、啊、你的特点你要敢于去贯彻它，知道吗？很鲜明的，很鲜明的那种，这样，你的风格你要敢于去贯彻它，知道吗？很鲜明的，足够狂野。不过有些时候吧，这种也就像这样过着也挺累的，像那种方式过着也挺累的。我以前性格是什么？又特别骄傲。以前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刚在二十三十做淘宝运营的时候，又特别骄傲，就跟老板对，就特别骄傲，然后也吃了不少亏。现在也改了。包括打游戏风格也是这样的，我个人我自己的风格，我会贯彻到底，哪怕这个是明显没有很契合版本，你知道吧？我不管了，真的，我另下汤。当时是网恋来奔现的吗？还是来那个、啊、来做志愿者的？我感觉他是网恋来奔现的呀。来奔现的？那我之前那两天麦德川都没在这儿。所以我说麦德川有点俗呀，不能这么干呀，不得有点诚意嘛。我们这边的这些男的怎么都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我也是没办法，也得让我女朋友过来找我。不然呢，都在我看来还得是男生去找人家。哎呀，
哪像东跑跑，说谁呢？谁他妈不理你？都是他呀。男生在这方面还是男生多跑跑，哎呀，女孩子，但你女孩子也不能装腔装逼，你知道吧？人家来了你就得那个，啊。而且你闲着，我陪你捡东西。啊，算了算了。我陪你去。我现在不想捡，等他来了我再捡。要来之前再，不然捡了我等得很快的。真是吹逼。那就那个，我知道我是从哪边。你知道。现在去剪啊，我之前开工作室的时候还是他要等他女朋友来了，让他女朋友指定发型，就有一种养成系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哈哈哈，在那边再翘一下，干脆就打寸头吧。那你长得蛮像蔡徐坤。我寸头打出，我寸头打出来还挺好看的。你不觉得跟蔡徐坤自己长得蛮像的吗？干脆就打寸头吧，我这个颜值是 hold 得住寸头。有个眼睛，他就是跟蔡徐坤是同一个系列的。怎么又成一个系列了？那你跟蔡徐坤真是就是一个 DNA。那蔡徐坤是左一份子的。啊，是吧？是有点像哦。那你要弹幕评评理，就是长得蔡徐坤有点像。那蔡徐坤是左一份子吗？啊，张姐。那谁知道？说不定是啊。是不是蔡徐坤也是有一颗这个进步青年的心？哦，卧底是吧？卧底，青年未派了，就是那个他早期那个，就那个三分钟哲学那个也不行，那时候挺苦的。就那个中期啊、讲中国哲学，然后还那个讲中国，然后头发很长也没有很短的那种。哦，说实话，我是觉得。然后他当时会搞一些四字店啥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啊比较有腔调。啊，当时不是弄一些宋词，弄一些宋词店啥。他比较喜欢一些现代的诗，那我看了那个他那个专栏里面发的那些诗，我觉得他写的好丑。哈哈哈哈哈！一个。这话可不能当他面说。你都已经开着直播讲了。对，没事，他已经听到了。对，不要出镜。大冬天的点蚊香。你不听，你不听一下了。你问我爱你有？别唱，别唱。
我不在意了呀，我拉不了呀，有女朋友我还，你知道为什么那几我还没有和女朋友之前，我为什么出来摆谱吗？我不是看着，我不也是看着他们有张水他们几个女孩子想出来，能不能有哪个女孩子能看着？你以为是干什么？我现在他妈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今天的活动已经结束了，都已经在打扫卫生了。还在播是因为一会儿可能魏明子会来，但也不确定了，反正也没什么事情了。对，你们有事的可以走了。直播间，我靠，500多号人。对，营养星期六已经结束了。一般营养星期六高峰的时间段就是在12:30到1:30到2:00，差不多。谢谢。看到没有，来当志愿者可以获得张杰请喝的咖啡。不行，瑞幸打钱在那个石湖东就给你放这就好。石湖东那不远，就是就给你们直播间的这些观众也上上课，知道吗？跟人家交往是要真诚，要坦率，不要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搞那些扭捏做作的那种小步，不是扭捏做作的那种小步意识形态，我靠，要把它直接切掉，知道吗？志愿者在厨房里干活，要用你的真诚，而且之前的上一场的已经走了，要用你的真诚和坦率，就穿透男孩或者女孩的内心，你知道吗？不是说穿透对方的内心，不是说不要真诚，不要坦率，是你太快了，就要快，你知道吗？真诚过头了。不是，没有什么过头的，你知道吧？你要聊合适就对过，你只要能把这个意识形态给它切掉，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过程。你要了解一个人，总有一个过程嘛。不需要了解，了解什么？啊？好，我就信任你了。对啊，你要不需要了解，你要了解什么呢？啊？我了解以后，感觉这并不是自己他妈幻想的预期的那样，你就不要了吗？在说什么，我靠，不要把握一个真实的个体的存在，而不是虚幻的。哎，我他这里不好，这抽烟，那哎怎么样？哎，你们可以戒烟，我都戒了。我不戒。我跟他让我戒，我他妈明言，我说我少抽点，就这只能这样了。我想戒是一下子，我想戒是能戒掉的，但我不想戒。你要回去的啊？对。什么不喜欢就不要啊？等一下。啊？张总。拿个盒饭回去。他往后所呈现出来的，也正如他目前所表现的那样，你知道吗？只是说你把他幻想化了。你懂我意思吧？我恰恰就是没有幻想，所以你不得先了解一下吗？我了解什么？你一上来他给你的第一印象不就是你的直接的一个幻想吗？就一个标签。我靠，什么标签？直接对户口，直接讲，你一个月挣多少，我一个月挣多少，你家哪的，我家哪的，你不父母干什么的，直接开始查户口。你以为我靠直接查成分，我靠，你的意识形态怎么样的，你这人够不够左啊？你的这个理论，你的这个本体论是什么？直接跟他讲。我说好啊，你我直接开始对，你知道吧？了解那么直接对，直接你不要把一些假的掺进去，不就直接了解了吗？对啊，你意识形态什么样的，你知道理路是什么样的，你不要去骗人家，你知道吧？你不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一五一十的讲。我说我现在挫得很，工作也不，收入也不稳定，我靠，穷的一逼，存款也没有。有一点点钱，银行卡也被封了，你估计不能花在你身上了，你知道吧？直接把话讲清楚。意识形态配种，对吧？把话摆清楚，我现在他妈又没钱又没闲，
估计那个我们在一起以后也没什么时间陪。哎，挺好的，对方也吃这一套就行。祝你幸福，对吧？疫情关就实际，你知道吗？什么是真正的实际？很多人都啊，挣50要讲100的那种，你知道吧？不都是现在普遍青年都会犯的病吗？挣50他要讲100，挣200他要讲挣1000，我靠！你要是成功的话，以后我可以直播邀请来当嘉宾。啊。教一教他们。现场说话。对，分享很成功的那个恋爱经历。这是需要双方都那个愿意去守这个东西，你才能达成的，你知道吧？主要是张凯给粉丝可能特别的。对，就是太合适，不是这个，不是说我这个范式有多怎么样，是你双方都愿意去守这个东西，你就能实现，你知道吧？你必须得双方都愿意去守这个东西，知道吧？恪守这个啊，然后你们一确认关系，他们契约就立马生效了，啊，恶魔契约一样的契约直接生效，你知道吧？你就要去，律例就来了，你知道吧？啊，你要去恪守那些前现代律例。我的伦理就是这样的啊，不能跟别人出去乱搞，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不能欺骗他啊，要多为他着想，这些律令都是律令，你知道吗？你要去恪守这些律令啊，你要这个是一整个非常既定化的一个斗争的一个生存的姿态，一个对于这个事情的嘛，是这样一种姿态，你知道吗？啊，我们每个月要攒多少钱，是吧？恪守的，你知道。你不能出去搞，我们在一起以后，你不能出去搞，不能和异性怎么样，对吧？你要死命的去守住的。我的呢？要非常去死命的去守这个东西的，你知道吗？当场兑现。未来是不确定的，不，你未来确实是不确定的，但你个人是确定的呀。我靠，你自己下半身都管不住的那种男人，只能说是废物，你知道吗？懂吗？嗯。哎，邀请你语音通话，他的手机在这儿，对。不知道哎，他好，嗯。啊，这种，他去干嘛了？不过这还真跟我那个学儒家有关系啊，你知道吧？还真是他妈说这些破底子，还真是儒家给我打下来。那个传统的这些底子，还真是儒家给我打下来。是要去恪守律令的呀，你以为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在这个事情上就特别讨厌萨特那种人。就我和那个张水就聊到萨特，聊那个，哎，你不是？那你看看人家萨特，张水就说，你看看人家萨特不也搞开放式关系吗？我说，波伏娃出去搞的时候，萨特他心里也难受，你们知道吧？是啊，是有这他自己讲的呀，是有这么回事。说好了，萨特和波伏娃不是约好了搞开放式关系，但他波伏娃扔出去玩的时候，萨特他心里也难受，你知道。律令不是让你违反的吗？你可以违反他，也有一种姿态是你可以要去恪守他，你知道。啊，你去这你。有一种是让你去违反的，有一种是让你去，但我的姿态就是我要去恪守的，你知道吗？律令要看是哪种律令啊，有些是我承认的，我要让他在那的，有一些是你不用去承认的，你懂我意思吧？有一些是直接别外部给你的那种，直接不承认的。当然你大可以说，哎，我所承认的也是外部给的，
但我说不是就不是，你不要跟我扯那么多。你懂我意思吧？我说不是就不是，这就是我自己给的。你跟我扯没用，你知道吧？我靠，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搞。不吃你这一套，你知道吗？有你的粉丝了。自己坚守的对象就违反了也难受，所以啊，所以就需要先查成分，你知道吧？你懂吧？查成分也不能保证对方违是，对方我违反了确实难受啊，所以你要先查，你知道吧？就你就要去感觉他是不是跟你一样的姿态啊？你感觉的这么快的吗？不用说，我跟你说几句话就能把握到，好吧？对象是被你影响的，不是说啊，他本身就是他有一个所谓的本身，你知道吗？他是被你影响的，懂我意思？没有，他都是被你影响。你不要觉得，哎，他本身是这样，不是，他恰恰是在被你影响的，他是被你对象化，对象化的，你知道吧？在这个关系里面，你们两个就是那个一个矛盾的二分啊。其实你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是你们，不是说你是一个整体，而是说你们两个加起来是一个整体，懂我意思吧？不会说是谁单方面的就那个了，而恰恰是本身的瓦解，你知道吗？那都偷着搞吧，别让对方知道就行啊。那你，我跟你说，那你连第一步都走不出来，不可能的，你连第一步都走不出来，这非常提纯化的，这是非常彻底的，你知道，这种姿态是非常彻底的。要真的这么聊的话，那个所谓的一眼万年也是不存在的，只是说啊，我说一眼万年就一眼万年了啊，我要去守这个东西，我要死死的守住。建议看看拉康论爱，什么拉康是什么鸟人？我靠！我靠！当场鸟人！我看了呀，我靠！摆的那些谱，我不吃他那一套。我真看了，拉赫兹木子不也聊拉康论爱？那几些我都全都看了。对呀、啊，这些乱搞的人就想就要把自己的乱搞给他正当化，你知道吧？啊，所以拉康也是这种鸟人。不过齐泽克好像没在这个问题上没摆拉康那一套，啊，齐泽克在拉康在这个问题上倒没摆拉康那一套。那么要非常坚定的去坚守啊！你不要拉康，我靠，在很多方面很挫的好吧？难道不挫吗？他一辈子也没干什么事啊！你说啊，只是说还给他一个左翼理论家的位置而已。那在我这里嘛，哎，他是得不到尊重的。看了，看了呀，这不是咱们，我靠，那没看未名字的还能不看到这些东西？关联了是吧？大意这么多，他翻译的那个对对，感谢大家。
饭吃不上了就不配爱了，是不是？你还真得把那口饭吃上，你不吃饭确实已经不是配不配的问题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行能不能的问题，已经不是配不配，是能不能。你肚子都没吃饱啊，你要那个，你想不了太多了，你知道吧？你就想着先把肚子吃饱，这已经不是个配不配，是能不能。你肚子吃不饱，你就不能，你就不能去，你就先把肚子吃饱。对对，爱是一种劳动，这个是，这个是的，确实，这爱就是一种劳动。我们今天所谈到吃不上饭的这个概念，就是讲一个人收入实在有限嘛，而不是他不是真的吃不上那口饭了，是收入实在有限嘛，那经济状况很糟嘛，吃不上讲吃不讲的吃不上饭是经济状况很糟嘛，但他有依旧也可以那个，就恰恰是需要，恰恰是在这种状态下就需要这个东西，你知道吧？而不是怎么样，哎，这他问这个问题的这个人啊，他本身就抱有那种小步幻想，你知道吧？他才能把这个问题问出来，对吧？不然他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他结构里不会有这种问题产生的。配不配，他会去讨论配不配？难道说，哎，你们谈到这个爱，两个人就谈恋爱，或者说啊，真谈到这个，我们就不聊不聊西方的，聊我们的古典范式里的那个爱字，那种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种啊，那种特别浪漫化的那种超越式的那种，啊，又特别前现代的那种范式。好。就那种前现代的那种方式啊，这个你在那种经济状况很糟，然后今天我们谈吃不上饭，不是真吃不上，真没有那一口饭吃，是经济状况很糟啊，现实处境确实不好，然后在那种情况下恰恰就需要啊，你有一个二人组的这种小单元的这种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吧，或者说共同体来，来经营你，你知道吗？你经营他的同时来经营你，让你有一个架构，知道要自己要去干什么事，不然你会陷入一种困顿的。所以说，其实我也总是觉得我父母说的有道理。我父母说我要让我去结婚啊，怎么样的时候。我当时也和你们一样觉得，哎，没钱不能谈恋爱，不能给女方带来比较好的生活嘛。我父母说恰恰是因为你现在很穷，就要赶紧先那个找一个，然后你们把你们的这个二人小单元的这个经济共同体给它经营起来，你知道吗？你有个经营的方向，你就把它经营起来。我父母当然不是这么说嘛，父母只是说你们一起去奋斗啊，对吧？你们一起去那个怎么样，一起去奋斗，恰恰是给你树立了一个范式，你知道吗？所以说还是有其道理的，你知道吗？有他们的道理的。不能没有性，你如果单纯粹讲需求的话，很难找。所以我就说我们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切割掉，把这种小资幻想给它切割掉啊。你要把这种小资幻想切割掉，这个小资幻想是很挫的，你知道吧？这是比我们刚刚谈的那个拉康那种方式还更挫的。嗯，是很。你说性生活吗？不，性生活这种就更无聊了，这个就更不要聊了。这种小资幻想是很挫的，就连在一起，哎呀，什么都有了，车也有了，房也有了，怎么样的，你知道吧？恰恰在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这种处境中，我觉得比较浪漫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们呢一起去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顿和阻碍，你知道吧？以一种强烈的那种生存的姿态，
去处理这种问题，这恰恰是一种非常浪漫的那种是范式的形式的范式的一条路吧，我或者说，所以说你听不你不，所以说你也挫呀，你知道吗？你听不明白，所以你也挫呀，张姐。大厨的直播间，云顶 KYO， 欢迎参观。是啊，你不然有这种幻想，哎，现在很多女生就是啊，哎，别人怎么样，你会去做这种比较，你知道吧？就陷入了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当中嘛，就很挫、啊。不，正常的性生活呀。不，我现在谈性生活吗？我没谈性生活，好吧。靠，不谈了吗？这个性生活就更不用聊了，你知道吗？就正常的性生活，这我们这个年纪，你再差都不至于没那点能力吧？你聊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比较性生活，它算不算一种？也是被那个二元化、矛盾化了呀，也是被意识形态化了呀，不是吗？对呀，啊，对吧？你一谈到你存活的时候，你不有。你就已经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对象了呀，不是吗？就看了逻辑黑格尔逻辑学的这最基本的那个，你已经有一个对象，有一个标准化的前提了呀，对吧？但是这个前提是虚伪的呀，是明白吧？这个前提是你要在你们在进入性生活之前，想要建立我这种爱情模式、恋爱模式之前，就直接得大刀。直接得一刀切掉了，你知道吗？这也没建立多久吧？啊，这也没开始建立多久。你不要管好吧？你不要管我建立不没建立多久，你不要管那么多。我这，我靠！跟我说干什么呀？我都不管事儿啊！跟别人家也说，跟他们俩说。我操！这一看就是外地火过来的呀。对吧？你从一开始就切割掉，你后面还会陷入到这种吗？啊，陷入到这种困顿吗？那你也太挫了吧！你这水平也太次了吧！我靠！对吧？啊，你从一开始你把这个切掉，你后面就不会有再你把这个虚假的这个比较或者说这个前设立的这个标准化的前提也跟着被切掉了，你知道吧？明白我意思吧？啊。这是一种确实很极端很激进的一种信任相信一切的这种就回归到一种本身就是你本身的就算是讲性能力就是你本身的能力就成为了那个标准而不是说啊你他原本好我假设原本那个虚伪的那个标准方式是30分钟我不是反对你绝对就是说我只是好奇这么短的时间你如何确认他的呢这个是需要一些，这个恰恰在这个建立的时候，你需要一些幻想在里面，然后后面的这个姿态就是要维持这个幻想，这就你大可以说，你大可以这样说，我就你们的话说，虽然在我这里是不得不到承认的，但是我也可以为了让你们听得懂，我也可以这样说，你进入这个幻想，你主动接受它，对啊，明白吗？就用你们的话说，你进入这种幻想的状态，主动接受它，然后你就贯彻它。那你这幻想要破灭了啊？你去贯彻，你会破灭吗？为什么不会呢？啊？你们分手都幻想就想破灭吗？幻想所能够承载的这个现实总是有限的，它要超出这个限度了。到最坏的情况不就是你们分手了吗？对吧？对你们因为分手了嘛，知道吗？它不是一个结束，它又成为了一个新的开始。对吧？这就是我这个无休止的问题论，那个，它不是一种结束，你知道吧？啊，它不是你一整个本体论的结束，而是说它迸发了一个新的开始，你知道吧？懂我意思吧？啊，苏联解体，他妈共产主义就不搞了嘛？啊，不是这个意思，好吧？感觉没在谈恋爱。所以我就说，这个，没谈。我现在谈呀，我现在我和我女朋友建立的就是这种范式啊。
你知道吧？好好好，就是这种关系啊。好，快点，不知道。我要出去。对，所以你们就是年纪到了的，我就，对，就是搭伙过日子。对，这个谁，这个谁？我觉得你这个哲学功底很深厚啊。都怪敌人狡猾，这个弹幕说讲的是搭伙过日子，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你知道吧？你算是总结到位了，你知道吧？这哲学家扯逼就是喜欢把这个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你说的这个就得总结的就，我觉得你这个哲学水平啊是要远是要远超在座的各位，你知道吧？你这就是大伙过日子，不要讲那么多啊。那你大伙过日子，你就好好过，好好搭，知道吗？你就打断，我打断施法了。哎，接着讲，我给你一个镜头。就。没有，我只是说那个弹幕说的很对啊，是很对啊，就是大伙过日子，什么什么爱情饭吃什么，全他妈狗屁，还是我们的那个古典，我们的古典，我们的那个劳动人民总结的很那个，总结的更有哲学性，你知道吧？啊，他把这个理论给他那个总结化了，总体化了。柏拉图那种也很多呀。柏拉图有一篇就是专门还是什么门东篇，想就是他那一章专门讲什么是爱情的，就苏格拉底去参加宴会，然后宴会上就是那边就各抒己见，跟你刚才说的弹幕差不多。就这个哲学家说啊，我觉得爱情是什么，爱情是勇气，那个我觉得我对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什么什么。还有那个文学家说什么爱情是一个什么什么，是什么一男一女，然后背靠背贴着的，后来是一刀门劈开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这个故事到最后是故事最后转折是正在开会，正在大家口福，对不对？像正在吹笛，然后有一个人闯进来了，这个是当时斯大林的一个政治家，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向那个苏格拉底表白，你知道这个事情吧？然后呢？然后大家刚此时就评论，就是说只有这个人就进来疯狂向苏格拉底表白，这个人就他这个才是爱的行动，而其他那些都是谎言。对啊，所以啊，就是说，我说你爱的行动就足够了，你不用再聊这个理论了，因为那个太颠倒了，你有爱的行动就够了。对啊，有行，所以啊，我觉得有一点道理，你知道吧？你不要到那个，我就开始就讲什么爱情，爱情，爱情，爱情。不要，这不要一码归一码，这不是在直播间吹逼吗？现在的状态是，你以为现在是讲理论吗？现在是吹逼，你知道吧？这也是让你误解了，啊。问题有问题了，你知道吧？现在是吹逼时间啊，现在不是行动时间啊。行动时间要关起门来偷偷行动。你知道吧？现在是吹逼时间，现在不是行动时间啊。这个问题，不要扯了，张姐。恰恰你是把它理论化了，你知道吧？恰恰是现在你把它理论化了，而不是行动化了。是啊，你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你在把它理论化了呀。对，你以为现在我不是要跟你们聊行动啊，我现在就是在跟你们吹逼啊。等会儿没有活动了，等会儿来等我们魏哥哥来给我们念经经，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开会要总结的，然后有什么之后要干的，然后我要回去休息了。还是刚刚那个老哥总结的对，哎呀，两个人大伙过日子。对，好好大伙过日子就行了，什么爱不爱的，全是狗屁。
他不来了吗？等他，我们先初步讨论来。等他太久了，如果等他的话，我就回去了。大伙过日子的话，还有必要限制对方出轨吗？我和你说，限制对方出轨是嘎大伙过日子的条件，这是禁令，你知道吗？好了好了好了，不用不用，我们关闭关闭。大伙过日子了，还要出轨？因为你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纯粹肉体，还是看看张师傅吧。你会把你们的这个经济共同体存量了。张师傅露出了无语的表情。啊，我很尊敬他。你们同时会把你们的这个经济卖出去，比如说啊，小王都听傻了。出外出面出去做的小三，他开会啊。卖了丈夫，开会。你丈夫就做什么生意的？他们做的同一个行业的话，我关了关了关了，来让我们先开个会啊，讨论一下。再见了家人们，今天就不直播那个。我靠，那他用自己手机播吧。好的，可以。弹幕说有点同情张师傅，大家都同情你了。张师傅说不用同情他，再见再见。